报告委员会出席员九人，以及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九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12月12日星期一上午9:80至12:45，下午22:00至16:16。12月14日星期三上午9:12至12:54，下午20:10至4:55。2月15日星期四上午9:05至12:03，下午30至8:58。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陈义杰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陈明武委员等42人，列席官员12月12日上午、12月12日下午，内政部部长率同所属；12月15日，行政院秘书长陈美玲率同所属；主席赵召集委员天麟；12月12日下午，主席陈召集委员超明。报告事项，先读第17次、第18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邀请行政院秘书长陈美玲、内政部部长叶敬荣、教育部部长、法务部部长、经济部部次长及卫生福利部次长，就如何强化整合跨部会资源等案做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经内政部部长叶敬荣、法务部常务次长张斗辉报告。委员赖瑞荣等18人提出质询，经济内政部长叶俊龙及所属，教育部政务次长蔡金华，华务部常务次长张斗辉，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何启功，经济部工业局主任秘书尤政委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徐金卫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定一、说明及询答未毕，另定期举行会议进行询答。二、委员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讨论事项：12月12日下午，继续审查内政部警政署及所属收支部分。内政部主管检查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员及协勤民力安全基金部分。内政部主管在校学生奖学基金刘春树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万善别先生奖学基金刘竹生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等收支部分。财团法人台湾省义勇人员安全技术基金会预算书。决议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内政部警政署及收支部分审查结果。内政部主管第三项警政署及所属200亿135万9000元照例。本项提案一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6项。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统计表非营业部分，关于内政部主管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员及协勤民力安全基金部分审查结果，均照例。三、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内政部主管在校学生奖学基金刘春树先生检察子女奖学基金、万善别先生奖学基金刘竹生先生检察子女奖学基金审查结果，均照例。四、五、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内政部警政署及所属税收部分审查完竣。六、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有关内政部主管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员及协勤民力安全基金预算案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函复财政委员会处理。七、106年度中央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有关于信托基金部分，在校学生奖学基金刘春树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万善别先生奖学基金刘竹生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收支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函复财政委员会处理。106年度财团法人台湾省义勇人员安全技术基金会预算书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推请陈召集委员超明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12月14日，邀请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长李仲威率同所属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讨论事项：处理海岸巡防署及所属冻结项目二案。
审查海岸巡防署主管、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总局、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审查海岸巡防署及所属近三年不兼奖助其他机关、政府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一案。审查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汇整表六案。本日会议采报告事项已讨论事项综合询答，由海岸巡防署署长李仲威进行报告，即由委员戴瑞荣等十五人提出质询，均经海岸巡防署署长李仲威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由委员江启臣、姚文智提出书面质询，列入公报记录，请另以书面答复。决议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海岸巡防署仅述以书面答复。三、处理海岸巡防署就是预算冻结案二案，决议以上二案均准理动之。四、审查中央政府有关海岸巡防署主管、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总局、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收支主管部分，税入部分，除194项海洋巡防总局盐类5000万元，增列第一目罚金罚元及代金第一节罚金罚元5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5500万元外，其余均照列。税出部分，海岸巡防署盐类8,837,367,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基本工作维持29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目海岸及海域巡防业务项下企划管理作业10万元，共计减列39万元，其余净照列，改列为8,869,977,000元。本项提案三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七项。第二项，海洋巡防总局60,5,768,700,000照列。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七项。第三项，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72,3,835,3,000,000照列。本项提案五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八项。五、审查海岸巡防署近三年补兼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表一案，准理备查。审查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汇整表六案，以上均准理备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海岸巡防署及所属预算冻结案夜间审查完竣拟具处理报告提报院会。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海岸巡防署主管、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总局、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审查完竣。讨论事项第四项第五案经准理备查，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12月15日继续审查行政院等单位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另审查行政院委员惠宏泰等19人、管碧玲等17人提出公民投票法条文修正案。本日会议经委员惠宏泰、管碧玲说明提案要旨，委员赖世宝补充说明。决议时代力量党团所提修正动议，委员陈吉迈、庄瑞雄、李金义、赖荣等4人所提修正动议，委员李金义、吴其明、庄赵天麟、庄瑞雄、洪忠义、赖瑞龙、Glass 等7人所提修正动议，委员陈一杰、杨振武、陈超明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委员黄昭顺、杨振武、徐正伟、陈超明、林立产、陈一杰、赖世宝等7人所提修正动议，委员陈其迈、赵天麟、Glass、黄国章、徐永明等5人所提修正动议，委员陈超明、林立产、黄昭顺、杨振武等4人所提修正动议一并讨论。审查结果，条次及条文之条次为现行条次，另授权议事人员调整，请参阅。三、对以下条文审查结果，有委员当场声明不同意。第二条，委员陈一杰、黄昭顺；第16条，委员黄昭顺、徐正伟、陈一杰；第17条之一，委员黄昭顺、徐正伟、杨振武；第31条，委员黄昭顺、徐正伟、杨振武、陈一杰。四、条次及条文中之条次授权议事人员调整。五、公民投票法个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宴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召召集委员天庭以宴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三位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次的会议的议事录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若没有错误，好。主席，我想请教议事人员哈，因为他后面这边没有念啊，但是我们在那天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要放在说明栏或者是主席所做的裁决这个部分，我们是在协商的时候处理呢，还是这个文字里面要有？因为我看的那些东西里面没有，包括说第二条里面，当时我们要求行政院秘书长所说的那些那个部分是一个很重要，那要列入这个说明栏里面。那当天有做，对，当天有做，所以我想我看的这个东西里面没有，所以我能不能请教，我们是在是协商的时候，我们再把详细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呢，还是我们这今天写的这个条文就算？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我要了解一下哈。以上，谢谢。我们请议事人员做一个报告，哎。那个主席，我想没有关系哈，因为秘书处这边刚刚也是给我做了说明，但是就是说，我们当天在审查的时候有要求一些必须要列入说明栏跟决议栏的，我现在没有看到。那我想他们还要再整理这个公报，我希望秘书处把这个部分能够做得更详细、更清楚哈，包括那个17条之一，我当时都有做要求哈。那我希望秘书处能够。原文的成型，我们整个审查的过程，好，以上，谢谢。那个刚刚啊，说在公报，还有那个要写以前的、啊、你们要纳之以前给黄委员哈、啊、看过一下吧。这个一定要委员会同意。对啊，本来。啊，你讲过几条？这边第二条。啊，第二条我晓得，依宪法规定当时。因为这个记录是对以后在要协商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在协商过程当中大家要做什么样的决议，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照那一天的那个呈现，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因为这个部分我知道说以往我们在做会议的议事录是会比较简单的，那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我希望秘书处能够详实的把它记载下来哈。以上，谢谢。好，那个请我们的议事组把刚刚黄委员所讲的哈，把它确实的记录下来啊，然后在协商的时候提出来，好不好？好。啊，但是他说17条之一没有决议，哎。好，协商再加哈
若没有错误或是遗漏，我们议事录就这样确定。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行政院道路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预算书、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预算书。大陆委员会近三年补奖捐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50000，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会诊表共4案。说宣读完毕。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首先介绍我们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我们的张小月主任委员，我们邱垂正副主任委员，我们李立珍主任秘书。那再来介绍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我们的张天金副董事长兼秘书长。再来我们介绍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我们的陆平董事长。还有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我们的曾焕栋专门委员。那我们现在处理106年度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及财团法人预算，请宣读预算事及委员提案。106年度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税入预算。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大陆委员会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大陆委员会预算数1000元。第一目使用规费收入1000元。第四款财产收入，大陆委员会预算629000元。第一目财产孳息592000元。第二目会就物资售价37000元。第七款其他收入，大陆委员会36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36000元。大陆委员会税出预算，大陆委员会预算数9亿5105万6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4亿2091万5000元。第二目企划业务3079万8000元。第三目经济业务2972万6000元。第四目法政业务1亿9502万2000元。第五目港澳业务1亿7602万2000元。第六目联络业务5031万6000元。第七目一般建筑及设备132万5000元。第八目第一预备金162万元。第九目文教业务4531万2000元。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预算收入总额2亿2201万4000元，支出总额2亿7528万2000元，本期短处5326万8000元。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预算收入总额583万6000元，支出总额562万5000元，本期剩余21万1000元。委员提案，大陆委员会税出部分。第一案，一般行政项下编列4亿2091万5000元，冻结1/2。第二案，减列一般行政400万元。第三案，减列一般行政人业维持项人事费444万3000元。第四案，一般行政其中人事费减列1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五案，退休职人员3/2均全数减列。第六案，一般行政奖补助费33万元全数冻结。第七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2853万9000元减列70万元。第八案，一般行政减列100万元。第九案，一般行政特别会
减列30万元。第十案，一般行政大陆地区理会全数减列。第十一案，一般行政大陆地区理会全数减列。第十二案，一般行政大陆地区理会全数冻结。第十三案，一般行政大陆地区理会全数冻结。第十四案，大陆地区理会全数冻结。第十五案，一般行政设备及投资3减93万元。第十六案，一般行政资讯管理减列100万元。第十七案，一般行政资讯管理减列56万7千元。第二目第一案，企划业务冻结100万元。第二案，企划业务3减150万元。第三案，企划业务3减1000万元，并冻结2/3。第四案，企划业务冻结1/5。第五案，企划业务减列50万，冻结250万。第六案，企划业务委办会3减5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七案，企划业务冻结500万元。第八案，企划业务减列20万元，冻结50万元。第九案，企划业务委办会减列200万元。第十案，企划业务委办会减列79万8千元。第十一案，企划业务情势评估与政策规划减列200万元，冻结400万元。第十二案，企划业务情势评估与政策规划3减50万元，冻结30%。第十三案，第二目大陆地区理会全数减列。第十四案，第二目情势评估与政策规划奖部主委减列100万元。第十五案，企划业务办理研讨会及座谈会经费300万元，冻结3除30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十六案，企划业务两岸互动与协商全数冻结。第十七案，两岸互动与协商大陆地区理会70万元，全数减列。十八案，两岸互动与协商3减200万元。十九案，企划业务向下编列国外理会70万元，全数删除。二十案，两岸议题国内外智库间合作规划3减100万元，冻结30%。二十一案，两岸议题国内外智库合作规划冻结1/2。二十二案，企划业务研究与资讯服务3减300万元，并冻结2/3。研究与资讯服务3减100万元，并冻结30%。第三目经济业务3减150万元。第二案，经济业务冻结100万元。第三案，经济业务向下委办会减列200万元。第四案，经济业务委办会3减116千元，并冻结200万元。第五案，经济业务委办会冻结100万元。第六案，经济业务奖补助会减列10万元。第七案，经济业务经贸政策及协商议题之研拟及推动减列50万元，并冻结250万元。经贸政策及协商议题研拟及推动冻结50%。第九案，经贸政策及协商议题之研拟推动向下大陆地区理会全数删除。第十案，加强对台商之辅导联系及服务工作减列100万元。第十一案，加强对经贸团体联系沟通及协助减列200万元，并冻结1/2。法政业务第四目法政业务3减5%，冻结10%。第二案，法政业务减列50万，冻结450万。第三案，法政业务冻结500万元。第四案，法政业务向下奖补助费减列200万元。第五案，法政业务向下推动法政交流政策规划及研拟推动500万元。第六案，两岸法政交流政策规划及研拟推动减列100万元。第七案，
两岸法政交流政策规划及研拟推动业务费冻结500万元。第八案，两岸事务法规之研拟冻结350万元。第九案，法政业务向下相关文宣及政策沟通说明经费110万元全数减内。第十案，法政业务向下大陆地区旅会全数减内。第十一案，建筑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办理两岸中介事务经费1亿6298万4000元，3减5000万元，并冻结1/2。第十二案，建筑海基会办理两岸中介事务，减内10%，冻结30%。第十三案，建筑海基会办理两岿中介事务，减内1000万元。第十四案，法政业务向下编内建筑海基会办理两岿中介事务，全数冻结。第十五案，建筑海基会办理两岸中介事务，冻结1/2。第十六案，建筑海基会办理两岸中介事务，冻结1000万元。第十七案，建筑海基会办理两岸中介事务，冻结200万元。第五目，港澳业务。第一案，港澳业务向下删除5000万元，并冻结1/2。第二案，港澳业务3减1000万元。2/1案，港澳业务编内经费冻结500万元。第三案，港澳业务减内50万元，冻结550万元。第四案，港澳业务冻结1/4。4/1案，港澳业务针对协助学术机构撰写专文或办理专案研究等经费，及补助民间社团办理有关台港澳之交流合作经费，共计264万4000元，3减200万元。第五案，港澳业务向下委办费减列222万5000元，并冻结200万元。第六案，港澳业务委办费减列200万元，并冻结200万元。第七案，港澳业务奖补助费减列100万元。第八案，港澳业务奖补助费减列89万4000元，并冻结100万元。第九案，港澳业务向下临时人员酬金减列50万元。第十案，港澳业务业务费应自港澳事务法规汇编台港澳交流答客问等经费，减列50万元。10/1案，港澳交流事务之协调与执行向下冻结50万元。第十一案，强化台湾与港澳沟通及磋商机制，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十二案，建筑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促进会550万元，减列50万元，冻结50万元。第十三案，建筑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550万元，冻结1/2。第十四案，建筑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冻结550万元。第十六案，减列台湾与港澳交流及服务工作500万元，并冻结500万元。第十七案，台湾与港澳交流及服务工作向下期待业务租金，冻结200万元。第十八案，台湾与港澳交流及服务工作减列1000万元，并冻结10%。十九案，港澳业务，台湾与港澳交流服务工作减列1000万元。二十案，台湾与港澳交流服务工作编列港澳官舍、馆舍及停车场租金，减列600万元。第六目，联络业务。第一案，联络业务向下3减2500万元，并冻结1/2。第二案，
简内联络业务900万元，第三案三简联络业务400万元，第四案简内联络业务50万元，冻结450万元，第五案冻结联络业务费1/2，第六案联络业务项下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经费三减1000万元，并冻结2/3。第七案联络业务项下两岸政策说明与沟通减内1000万元。第八案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减内4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九案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项下网络媒体广告制作费、刊载费、活动及维护费减内30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十案减内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经费300万元。第十一案减内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业务费23000元，冻结200万元。第十二案减内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6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十三案两岸政策及说明及沟通经费冻结313万1000元。第十四案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冻结100万元。第十六案联络业务编列大陆地区理会全数减内。第十七案联络业务向下奖补助费减内100万元。第十八案联络业务向下政策咨询及联系业务奖补助费全数3减。十九案联络业务向下大陆地区理会70万元全数减内。第七目交通及运输设备向下购置交通及运输设备减内132万5000元。第二案交通及运输设备减内69万元。第三案交通及运输设备向下泰购副所长专用车，冻结132万5000元。第九目文教业务，第一案文教业务3减200万元，第二案文教业务冻结500万元，第四案文教业务委办费减内3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五案文教业务向下委办费减内35万元，冻结200万元，第六案文教业务向下两岸文教议题严厉策略规划与协商向下大陆地区理会全数减内。第七案文教交流活动之辅导与推动减内300万元。第八案文教交流活动及辅导推动冻结50万元。第九案文教业务向下奖补助费减内66万元。第十案两岸资讯对等交流推动减内50万元，冻结450万元。第十一案两岸资讯对等交流推动冻结1000万元。第十二案两岸资讯对等交流之活动减内50万元，冻结100万元。通案大陆委员会向下编列一般事务费删除2000万元，并冻结1/3。通案第一案大陆委员会编列大陆地区理会3减400万元。通案第二案大陆委员会业务费冻结1/2。通案第三案大陆委员会编列委办费减内3000万元，冻结500万元。通案第四案大陆委员会向下委办费减内5%，冻结10%。通案第五案大陆委员会年度大陆地区理会国外理会删除500万，冻结2/3。通案第六案大陆委员会向下大陆地区理会减内200万元。通案第七案大陆地区理会减内150万元。通案第八案
大陆委员会编列奖补助会，减列300万元，冻结1000万元。通案第九案，年度编列奖补助会冻结200万元。新增的，新增提案第一目，一般行政会业务会删减1000万元，并冻结1/2。第三目，经济业务删减1000万，并冻结1/2。第四目，法政业务删减8000万元，其余全数冻结。通案，大陆委员会编列前年度预算9亿5105万6000元，删除1亿元。这个有读过了，读过了，哎，这个有读过了。海基会委员提案，第一目，海基会106年预算向下一般行政编列2亿1111万4000元，删除5000万元，冻结1/2。第二案，海基会用人费用编列1亿3746万70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三案，一般行政人事会冻结200万元。第四案，一般行政人事会冻结2000万元。第五案，一般行政业务向下编列7364万7000元，全数减列。第六案，海基会行政业务会冻结1000万元。第七案，一般行政向下办公器具及公务车辆养护100万元，减列60万元。第二目，处理两岸事务编列经费5703万元，全数减列。第二案，经贸业务向下办理台商服务，赴大陆了解台商经营状况，业务费减列10%，冻结100万元。第三案，两岸沟通协调联系及交流业务编列970万元，全数冻结。通案第一案，海基会106年度总预算2亿7528万2000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1/2。通案第二案，海基会编列派员赴大陆计划经费3%减50%。通案第三案，删减大陆地区理会300万元。通案第四案，派员赴大陆地区理会编列890万5000元。减列100万元，冻结300万元。主决议第一案，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海基会及其主管机关应严厉加强控管其支出，并依监督章程锁定加强开拓其他财源，以利其财务发展健全以及长久存续，并于2个月内提交报告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二案，海基会应严格管控支出，并依监督章程锁定加强开拓其他财源，以利该基金会财务健全发展。主决议第三案，鉴于近年度海基会委托投信公司代超支投资绩效未如预期，宜严酌强化全权委托之风险控管与绩效管理机制。主决议第四案，要求海基会未来需严酌强化全权委托之风险控管与绩效管理机制，以有效提升该基金全权委托投信公司代超之投资绩效。主决议第五案，鉴于海基会近几年度在政府持续巨额补助下营运仍出现短促，应积极加强招租，寻觅适合客源，以妥善利用该资产，开源节流，并增裕该基金会收入。主决议第六案，要求海基会未来应积极加强其北安路办公大楼余裕空间之招租，并寻觅适合客源，以妥善利用该资产，
增预期收入。主决议第七案，海基会应于三个月内与陆委会及国有财产署研议活化资产利用相关报告，送交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八案，查海基会办公大楼三楼及四楼余役空间自2002年度起均未完成招租，且2006年度亦未编相关租金收入，资产显未妥善利用，宜积极加强招租，以提升资产应用效益并挹注收入来源。主决议第九案，要求海基会应会同相关机关构研酌整合现有台商服务窗口，以避免叠床架屋及预算员重复投入之情形。主决议第十案，要求海基会以研酌提升上开协处案件之结案例，并以二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于本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十一案，要求海基会以未来董监事改选或遇有董监事辞职而需补选等情事时，需逐步达成行政院要求之董监事任意性别不低于三分之一之政策目标。宣读完毕。关于税收部分，委员无提案相关预算照例。那现在我们进行税收部分啊，来进行协商。张主委及相关的人员请这边。各位委员早，各位委员好。现在我们进行陆委会税收预算的审查。那我们来审查，就是陆委会第一目一般行政啊，一般第一目共有17案。那一之一、一之二的话是总目在讨论的冻结啊。那黄委员这样子好不好？这个等结讨论完再回来讨论你的。这个关系很重大，很敏感，你怎样啊？哎，要弄个更漂亮、更坚固啊！谁刚刚谁撞倒了？啊，陆委会的人员啊，啊，这有含义的啦！啊，现在开始啊，税收预算审查，第一目共有17案，那。一之一啊，跟一之二都是一般行政的冻结。那这个总目的，我们留在各节讨论完了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总目的好不好？那个这有两个委员提案，一个黄昭顺委员的提案，一个是赖瑞龙委员的提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好不好？那我们先讨论一之三跟一之四哈。是关于人事费用啊，请我们陆委会报告。
各位委员好，一至三、一至四，这针对临时人员的部分哈。那我们会里面，现在目前临时人员是22个，还包括外管的雇员，所以总共有40个。那事实上，这些人其实我们会里面本部的部分，其实是依照我们照顾就业的一个弱势群组，还有身心障碍者人员的禁用哈。那禁用的人数跟经费，我们都符合行政院的规定。那事实上，我们从96年度31个人。已经逐年检讨，降到现在22个人，其实已经减少9个人了。那驻外雇员的部分，他负责是台港澳服务工作、驻地台商联系工作、急难救助等等，这也是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里面自己本身已经都准结用人，那这个为了要照顾弱势族群的，所以请委员多支持，谢谢。这一至三跟一至四的报告嘛。那个刘委啊，到后面来啊，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啊？啊，庄委员呢？不管，我想稍微讲几句啊，是什么意思？庄委，那让庄委员先讲，你先讲，因为我是要替林立场。用力了，尊重力了，好。你家开，你都莫拍摄你。那个，你对你好是听，啊，尊重你，你唔得去啊，伊先讲。啊，来，啊，你先讲啊。啊，不，阿姨，佮客气，你都先讲啊，你有提案嘛？哈。我说没，我有提案。这个我是认为安尼啦，哈。这个，因为啊，确实是整个一般行政的人事费用这样的一个编列，哈。有一个逻辑看不太懂的一个地方啦、啊、像比如说你105年度你是减少的，但是你106年度啊，你却是用业务费啊去禁用的这些工读生跟临时人员40人嘛哈，那这个部分我是担心会变成一种常态性的一个任用啦、啊、那持续用业务费的方式来禁用临时人员，这个要确实也需要不值得鼓励啦，那所以我是要求这边来简列啦齁，那其他你提出检讨报告以外 啊那个冻结500万的部分呢、啊、那使得动之。赵炳杰。我们跟委员报告，原来其实我们那个驻外哈18个人原来是没有编在我们一起的，所以事实上账面上感觉那增加，其实那个都是原来就是他本来是放在港澳处业务，那只是科目的编列的一个方式的改变，所以我们人数其实是逐年减少的。人数逐年减少，是我刚有跟您报告，31个减变成。是的，安尼编。大家一看这个眼睛大家长得都一样的、啊、这些是业务费禁用的，那人事费其实人事费的问题呢，等一下我对啦、啊、我们现在变成委员会这边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就是认为说这个有一点巧门啊，你正当人事费用编起来的时候，感觉说你人是减少的，那些减少，但是你这里又用减少也没有更多呢，啊，业务那多，你头前遐就搁减人。你讲业务足多啊，所以我遐正当的编制把它减出来。人事费那个减少，我们是配合整个行政院通案裁减的，还有技工工有超额减列，那个都是配合行政院的政策的。那等于你们大家拢在做假，对不对？那我们其实人事费逐年其实近年来都编列不足，所以我们其实会本部的。陆委会会本部，我们今年编都是照去年的编的额度去编的，增加了人事费，那个其实港澳业务那个部分，因为汇率的增加，美元汇率的增加，跟那个考期晋级人员异动的部分所增加的，所以其实都有它实际上的困难。我们像去年那个人事费编列不足，我们还额度外去请征跟那个第一预备金，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都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算出来的，因为知道这几年大院在审查人事费的预算都非常的精准，所以我们自己内部我们在精算的时候真的都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算的。听一下别人的意见者黄委员啊，
关于林委员的提案还有看法。我想主席哈，各位同仁哈，其实我刚刚听他们的说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一个巧门，因为我们大概在几年来一直在我们讨论整个人事总处，就是希望我们的人事能够精简。那人事精简大概有一个总员额法，我想这个部分大概对每一个部会都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就像庄委员啊，我很少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在总员额当中，他们就用了另外一个巧门去弄了那么多，包括说临时人员等等。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有的一个状况啦。基础上来讲，你如果说你人事总处，你们对于人你们的工作量，你们觉得你们的人员是不够的，那我觉得那个从总员额法去处理，而不是从那个用什么人包括说什么，我看了你们有临时人员攻读生，而且比例这么的高，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主席，这是不对的。这样，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的哈。其实从过去也都这样编了哈，那现在又这样编，当然是陆委会这边可能你们认为有业务上的一个需要，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比如说你们到五之二之一那个地方搞港澳的部分呢，你们又编了。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说两个逻辑，第一个，你们要遵从行政院的一个精简人事的一个大原则，把人数给降下来了。可是你们从业务费用这边又把它补回去了，甚至补回去的部分把减下来了，又把它叮一咚做给了，叮一咚变成说要精简。那这个政策其实到最后你总人数来看是零啊。可是呢，你要不看，你刚跟我的解释是说，因为港澳的部分你港澳要马给我编呢？港澳的那个在编在这个港澳业务项下的这部分哈，其实我们就是委员也知道，早期在这个港澳我们都派不进去人员的情况之下哦，所以在了1997、1999还100年之后，陆委会分别接收了那个侨委会、外交部还有退辅会的，总共有42个名额。其实这期间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做很详细的这个评估。那所以说现在的雇员就剩下25个，那其中就是说那个还有一个所谓的编制外的雇员，我们就是编在这个的一个费用项下。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些雇员他负责的业务的本身其实蛮繁重的，包括说我们各县市到香港去做这个旅游啦，还有相关的一个推介啦，还有就我们现在因为香港跟澳门来台湾的人数也蛮多的哦，包括你办签证啊或相关的东西都是需要这个当地的雇员来去做处理的。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才需要编这个编制外雇员18名在这里的原因。麦想你要产该减100万，你安怎未？林委员，你是减500，减444啊？啊，那减100，您敢话多执行？那委员，不好意思，那主计师报告，就是那个临时人员酬金是属于那个业务的那个经费。那至于刚提到的，就是编制内的那个人员，包括我们就是港澳处那编制人员，那这一部分我们在105年度还106年度。是整个统筹在那个人事的经费。那这边要跟委员报告的是，我们在106年度临时人员酬金这一部分，业务费仅增加88000元，所以这一部分的确有它的那个必要性。那至于人事费这一部分增加460几万，那这一部分最主要是因为汇率的上升。那要跟委员报告的是，就是我们那个港澳的那个人事费一直执行下来，就是都达100%。那我要提的是，我们在104年度的时候，因为工作计划不能留用的原因，所以我们在104年度针对那个就是港澳的那个人事会，我们有去动支地域预备金。所以这一部分，因为人事会我们考量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再来就是年度进行中，也不能因为你的人事会不足，然后去请征相关的那个经费。所以，好啦，好了，听我啦，我们叫你讲完听，你就有人呢，那我无意见啦。啊，你讲。我了解一下了哈，这个要请教陆委会哈。其实你们有关港澳的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因为九七九九的关系，接收了原来侨委会的
这些人员，这个部分是编在人事费用。但是事实上在港澳在运作，那因为特殊的关系，它需要很多的雇用人员，这是用业务费编制的。所以你应该跟委员们说清楚的是说，你们用业务编制的有多少个，用人事费编制的有多少个，从9799接收侨委会这边来的 总共有多少个，原来接收多少个，现在剩下多少个。那业务费就是你们评估的这些部分，用业务费评估的部分到底从原来的多少个现在减为多少个。那因为港澳地区它的薪资本来就特别高，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你们应该说明清楚吧。好，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当初在9799跟100年接收这个侨委会外交部跟退伍会的人力的时候，那时候是接收是42名哦。那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在香港的当地的雇员是有26名，澳门当地的雇民是有9名，那总共是35名。那其中就是用人事费编制内的一个雇员的话是17人，然后编制外的雇员是18人。那诚如刚才委员所提到的，港澳地区因为物价跟汇率还有薪资的部分，其实他的薪资都比较高，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雇员他所编的这个经费，我们是编在这个临时人员筹集是指编制外的雇员。主席，不好意思，两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陆委会能不能就这个部分给我们一个比较具体的表格啦，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那等一下就提供。那第二件事情是我提醒主席，我们今天的这些案子里面，应该是有的是疏忽啦，就是盖个印章就出来了，那个在正式的文件上都要补签啦，都要请补签，补签要到三个人以上才可以成案哦，我要提醒主席，谢谢。我请教一下那个港澳处，我们上次应该是在2014年，有关那个当时那个食安风暴嘛，对不对？那我们后来不是说要去访查嘛，那后来那个卫福部本来不是要派人去嘛，那我们有跟香港交涉嘛，对不对？那后来这件事情结果怎么样？就是跟委员报告一下，上次那个食安风暴本来要派卫福部的人员去哦，那后来就是卫福部人是没有派过去，因为那个港方觉得这是有涉及有关司法管辖的这个部分。但是后来我们的这外管就是我们的港局，其实有到那个发生地点那个工厂那个部分我们有去拍摄照片过来，然后有就一些的了解。那现在这个食安风暴的有关港方的这个部分，他的那个金宝运的那个负责人，他其实最近也是在香港的高等法院也给他判刑了，就说就食安的这个部分，他香港的法院也做出了判刑。我这样好不好？你们根据一至三、一至四来讨论好不好？第一幕的你的费用，你这边我看一下。你港澳依照你们预算是职员是12人，雇员17人，共29人，你们这边编了一共是7411万2000元、这边你依照这个来解释，不要再讲到等一下又18个人跑出来，我看你们又没有18个人。到第一幕的人事会里面，你们讲这个地方就好了，不要讲到别的地方会搞混掉啊。不是啦，我在问主席，我在问你，你要尊重我的，我在问是安呢。那个，我关心这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跟对方的交涉啦，因为是安有一些是境外进来嘛，那我们当然不要用什么司法管辖权这个部分了，因为这个是我们应该是要跟港方的政府嘛，香港政府就相互查核或者相互协助的这个部分要去跟他协调啊。你从2014年到现在，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源头管理的这个部分，你当然要跟对方交涉，说未来然后类似发生这种要请他们协助啊，对不对？当然不是我们公权力的介入嘛，那你跟双方的这个协助啊，上次是 email 来 email 去啊，我看你有没有什么改变啊。这个是互惠嘛，假如说他没有办法去
配合我方政府的这个食安的一个查核哈，他在那里我们要真的要考虑啊，说香港食品的进口的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样做管制啊？是从严管制还是怎么样管制啊？好，所以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金宝运这一块啊？因为有几家不止金宝运，还有几家当时的，你查一下2014年，好，这个部分是送一份书面报，我们跟香港政府的这个往来。这些相关的这个记录给我看一下，好不好？我再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我们现在有透过那个测协的平台哦，其实测协的秘书长就是我们这个港澳处的处长跟港府的部分好的秘书长，我们现在也有就委员所关切的哦，就有关那个台港之间的那个食品安全的备忘录。其实我们一直有在进行去谈，包括所谓的源头的管理，还有去查核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跟港府就这个食安的这个备忘录的草案的内容哈，其实基本上也达至大致的共识。所以那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其实双方还持续在谈。那这个部分其实港澳处陆委会其实都有一直在跟进，希望说把台港之间的食品安全的能够做一个最好的把关。啊，你把书面的资料给我们陈委员哈了解。那关于这个林立堂委员跟庄瑞雄委员的提案，庄委员你觉得怎样？我们把它减列100万，冻结500万。啊，你看我一下，嗯。我该说了，谢安娜，希望也知道我们行政部门这边哈有他的编列上困难的，实际上业务执行上的困难度了。啊，卖为了100万在那裡，一直在那裡回，小久了啦，50万。报告委员，冻结的部分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因为冻结，我们真的在人员的薪水真的发不出来。我是不爱去跟你浪费这时间了。而且你都还可以讲台币，我根本拢听袂落啊。台币跟美金跟港币来比哦，其实我们是没有因为币值而影响到你们什么的费用上的一个编列啊，没有，你们讲的刚好是相反了。前列50啦，好不好？感谢我导演。提案是前列400多。那林立山林委员是440万的，林委员是400几呢。教委都叫公鸡巴。教委都叫公鸡巴。教委有意见呐。教委，我你冲一下，抓一下。到时有用到，无恁甲人先请后边啊，人伫咧伫咧掠蚊啊。前列500啊，照你个。恁无掠蚊个代志啦，今天个您委员，我们这么近，其实您真的有时候来看看我们，我们真的其实都很忙啦。不能去。伊是讲因办公室个，员工啊。还有为什么我们的立法委员不能到香港啊？表示你们工作努力不力哦。啊，人数用的那么多，你攻击什么地方？不要把中国的蛮横，那什么说是中国的蛮横、哦？那边的沟通不好，啊、我们规矩要检讨。我们的陆委会这也不太对啊。都讲了中国的蛮横。不然阿伯就卖剑阿懂了，好不？阿动动五八，减了50啊，更减100，好不好？书面报告的话是都要动。好啦，阿伯卖剑啦，阿动一下五啦。啊，那你把酒啊大粒起来，嗯。啊，迄个恁的都不用恐惧咩，我拢未懵的。啊，这个下庄委员的意见啦，冻结250万啦，书面报告后使得冻资啊。我本来意见恁拢无搞，有啊，我有听。你拄只讲减列，人这个林立成委员是减列400。400哎。啊，你讲100，我都还同意。啊，你。我唔是讲庄瑞祥的减列100，林立成400哎。你减列50。没有什么意见，减列50啊，哎。那委员是人事费还是业务费？人事费啊。啊。
好，我看安尼好不？减六五十万了，不要冻结了，这样不用你们冻结掉了，谢谢，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还是要一百。谢谢，谢谢。哎呀，好好好。减六五十啊，不要冻结了，哎呀。好，人事会减列五十万，科目自行调整哈。减列五十无意见啦吼，但是你冻结上少嘛，冻结一百叫来报告，对吧？啊，来报告不要紧啊，还是讲用专人报告还是啥？我无意见，但是总是一个形式会来报告一下安尼。人事会要咱搞确定啦。买人心惶惶的啊，减内五十好不好？啊，其他个来安尼你看。好，这个人事会其实咱整个的原额本来就是在中央政府的人事总处都有一定的程度的规定，对，以前伊都给你用一堆人临时这个变通的嘛，所以冻结并不为过了，冻结我们也没有说要把它删掉，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能够在这个上面做一定程度的一些。压缩的话，那他们就是一直在聘很多的人员。报告委员，我们其实临时人员也是都逐年减少，我们没有增加，我们已经减少九个了，真的拜托拜托。这个黄委员，安尼啦，人事费用啊，已经减了五十万啦，卖个冻结一点嘛吼，可以自行调整。没来其他业务费用啊？你交易安尼好不？哟，这个是编制来的部分对不？卖起重，但是小单到临时人员的部分，都爱。安尼不要紧哈，你主席要替伊讲不要紧啦哈。但是我一至一家的写足清楚啊，我一至一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对，注意点嘿。啊，无照好。哎，后边再来讲，后边你看。好了，交易啊，你有这说明，我可以接受了。我这个案子做的啊，你得讨论别人的啊。啊喂。啊，佮头前遐的，唔是你做的，你啦，你林立产啊。啊，我知影啦，你啦，我们讨论啦。啊，你啥嘛？你家要提出来，你去写钱，你来我头听。安尼啦，钱内无事啦，好不好？啊，好，就这样确定了。好。第一幕好，好不好？没有意见啊，那个啊，就那个人事费用啊，已经好像编列的是3795万的这个地方啊，减列50万。那一至六，一至五、一至六是通案啊，双业务协商。那一至七的话是业务费用，那个陈区卖委员的提案，还有谁的提案？还有黄委员的提案啊，请你们说明一下。好，主席委员，大家好，秘书处这边做说明哦。那一般行政的编列其实是我们机关的一个正常的正常的运作的一些费用，那这些其实都有依照那个规定来去做编列。那在一至七里面特别提到的说，有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依照那个环保的那个规定哦，我们明年要租一台那个多功能的复合机，那这个是符合环保品质。那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机器哦，已经预使用年限了，可能要报废哈。然后另外就是有关那个会议室跟那个机关的联系互动的，其实主要增加15万，主要是资料的印制费等等。那另外教育训练费增加的，主要是因为那个要增加采购法的教育训练，还有我们主计人员因为有一些新的专业的教育训练费，另外有资安的人员的专业性训练费，另外还有那个科长以上的同仁，依照行政院的规定，我们要办理那个核能的核心的职能跟领导管理的训练，所以有增加了一些费用。那这些都是依照规定来去做一个编列，并没有浮编哦。还有哈，黄肇事委员提案，他一般行政里面你们的业务费一共是3534万1000元，
啊，30-1000万冻结二分之一，你再报告公文说明一下。是啊，这部分跟黄委员说明哦，那个秘书处的一般行政其实分两大块哦。那我们一般的行政里面其实有扣掉1132万，这个是要给大楼的管理费的。那大楼联合办公大楼管理费就要1132万，那其中里面还包含了水电费580万，然后另外有1056万是我们资讯管理，是属于资讯安全的。那因为我们是被行政院列为资安的 A 级机关，所以到106年度有很多依规定资安 A 级机关应该办理的事项，那行政院都会做一个考核哦，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是有必须要这样的经费才能够维持哦。那特别跟委员说明，拜托支持。那个主席，我对这个陆委会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一定程度，包括我昨天晚上甚至于前天晚上，都不断的接到一些人民的陈情，甚至于最近又有西班牙又有几位我们台湾的人民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都非常紧张的要被送到大陆去。那他们在整个陈情的过程当中，几乎无界，没有办法得到我们任何政府的协助。所以换句话讲，从520之后，两岸之间可以说是冰冻冰冻再冰冻。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业务，我们都能够只能用传真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来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连家属都求助无门。我想西班牙这个案子应该你们也有接到陈情吧，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接到陈情的。那我是已经连续三天晚上都接到他们的陈情，所以我想不管是任何的案子，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整个陆委会的突破，所以我希望这个预算能够冻结，请他们来报告。你3534万啊哈，来，主席，但是那个大楼租金的那些扣掉，业务费多少？那个主席，来，我讲啊，那个有关黄委员的这个提案哈，我也说一下，有两点啦。第一点就是说哈，我很赞成刚才黄委员讲的哈，就是有关于现在两岸停摆之后一些涉及人民权益的部分哈，也造成我们百姓的恐慌。姑且不论是不是大陆蛮横呐哈，也不管是不是哪一边没有道理，但是作为主管机关来讲，无法在这个时候来给社会跟百姓一个安定的作用，那这个部分必须要提出一个说明了哈，是否还有必要有这么大的一个预算的支出啊？这个机关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黄委员里面提到的这个新南向哈，当然你新南向政策它一定会用到这些相关的行政费用哈。那我记得我在质询的时候，张主委不管我怎么问，我问他国际关系跟两岸关系有没有联动，他说他现在只管两岸的事务啊。我问他，那如果国际关系好或不好，会不会影响到两岸的事务？这些什么南向会不会影响两岸的事务？他说都跟他没有关系哈，他只回答他也只负责两岸的事务。所以既然主委的态度是这么明确，哦，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说有相关的，真的是可以考虑都把它删掉哦。主委，说明啦，主委到台东去就是在讲新南向，我觉得这很奇怪。我们自己两岸关系当中现在非常的艰巨，而且非常多的业务是需要我们自己陆委会来处理。那我想如果要讲新南向，那就让主委去当外交部长吧。
我想跟黄委员说明一下哈，我去台东哈，那我们是跟县长还有县府的这个一级主管呢，我们是就在两岸哦，因为台东其实他们也有跟对岸很多往来，就是说就这一方面，我们是就这个议题来交换意见。那么并不是说去那边去讲新南向，或许委员有一些的就是说或许我们被问到新南向的时候，我们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偏废了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刚才现在杨委员已经离开了，我想其实我在很多场合我都讲到说，两岸关系其实它是一个全面的，它会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会受到我们国内政治的影响，会受到中国大陆内部政治，那么这些都会影响到未来两岸关系。那我们的重点当然就是要追求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或许委员会感受到，我想民众也都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现在状况当然委员不会满意，我们自己也是不会满意的，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费用呢更重要哈，一定要有相关的费用，我们才有办法来维持哈。像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般行政的这个费用，其实这个有很大部分就是大楼的一些管理费，包括水电啊一般的支出，还有包括就是说我们相关的这个都是为了国家安全这个保密哈，很多的都是这个基本上的水费、电费，还有这个电话电所有相关的往来的这种安全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个是最最最基本的一些开销跟支出哈，那其实我们都非常的遵节经费在用。好，以上的报告。现在陈其迈委员提案是减列70万，姚文智委员是减列100万，黄昭志委员是减列1000万，并冻结二分之一。黄委按了减列100万了呢。其实哈，其实过往到现在，我一直是非常支持陆委会的预算。但是从这段时间，包括我们今天看到《自由时报》，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些，当然我们反对对岸对我们做统战，我们当然是反对，我们是绝对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看他们今天报纸又写说什么，如果行程不自然就会打回票，我想。他这个不自然的客观认定，我们也弄不清楚陆委会在做什么。然后对于我们台湾的人民，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了，像这两天西班牙那个案子，我相信主委这边应该也有接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我这边是有接到。那你这个部分也不说明哈，那所有的人民一直在请愿，那包括说他们在西班牙的第三监狱，甚至已经要闹自杀。那我们的政府一直束手无策，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行政费用，其实我不在于说一定要删他多少预算，因为我们还是希望陆委会所扮演的角色能够更好。但是我希望主席你听我讲话哈，你们两个一直在讲都没有听我讲话，至少要冻结，然后让他们来做报告。那你说删100万，那你都按照姚文智委员的提案，不按照我的提案，你至少把三个案子拿出来平均一下。啊，那无你拢听民进党，拢无尊重我，我当然有意见哦。对啊。卖少了，较紧的啦。李俊海。主席，各位同仁，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审预算的一般行政费用，那一般行政费用跟新南向跟什么哪有什么关系？两个部分，有关西班牙案子或是过去很多在其他国外的案子被遣送中国，应该指责的是中国啊，为什么是指责陆委会呢？莫名其妙嘛。那有关这个所谓陆委会主委去台东讲到新南向，我刚才还查了一下新闻，这个部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跟陆配做一个座谈嘛，跟台东县政府，然后跟陆配做一个座谈嘛。
但是有人提到新南向台说明一下嘛，这个也不是一般行政里面费用，我们省预算就应该照它的科目来处理嘛，那不相干的就不应该放在这里嘛。好，所以讲清楚嘛，你一般行政费用你到底要删哪一样，那么一般行政费用提出来说你讲新南向，一般行政费用里面根本没有提到新南向啊，根本没有提到西班牙被遣送回中国啊，所以还是内政委员会还是要针对我们的预算的内容科目来讨论，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讨论预算的目的嘛。刘委，你的意思我们都了解哈，以前也常常这样发生的，给大家讲一下，了解一下。再来，我们请赖瑞龙委员哈，我们依照嘿。好，谢谢哈。我想我一至二提案其实跟这些刚提到也都相关啊。我也认为其实但三节慰问金这个在运会来处理了，而且港澳人事费的部分增加400多万，刚刚大家也做了解释啦，我也支持其实酌减啦，那当然也希望未来能够再更审慎来处理啦哈，经费上的一些增加，毕竟现在确实财务上面哈，国家财务上是吃紧的，其实还是要处理。那我还是要回来谈1至7至0这个部分啦哈，其实我也认为其实不需要当然如果有认为有不合理的部分，这个当然可以处理，但是扣上的跟所谓的什么西南向齁，这个扣上我觉得刚刚主委讲得很清楚了齁，如果地方上去座谈人家有问到了要回应说明，我想这个都是很正常的。那包括甚至于谈到了蓝色的八县市团，我也认为这个其实我认为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大家一致的啦齁，我认为不应该被分化，不应该被分立委，如果有任何人进来是指到某特定的一些地点去，甚至于造成内部政治上的冲突，我认为应该不管是蓝或绿各政党应该大家共同要来反对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这个事情如果能够被处理的话，那我认为台湾内部一定会更加混乱。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蓝绿大家有共识去那个，所以其实我也支持陆委会在这一块应该更审慎的去处理啦。如果内有任何来的一些行程上是有刻意的政治的动机的，我认为都应该要做更审慎的处理的，甚至于有些不适合就不让他来，我认为这个都应该的。那另外有这个提案里面有提到没有存在价值放弃自身职责，我认为陆委会现在确实是艰困啊，整个两岸的环境下确实艰困，但我也没有看到有所谓的什么没有存在价值或者是放弃自身职责，我认为其实有些多的不该有的经费可以删，但是不要用这样扣帽子的方式，我认为这个对于其实陆委会或两岸的互动没有正面的帮助哈。以上。好，等一下哈，陈其迈委员。这个主席啊，我对这个预算的编列我是没有意见的哈。我本来有提案哈，这个我这个案可以撤回了哈，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们政府的一个立场啊，就是说，对于这个有关这个中国南巴采线团的这个部分呢，哈，这个政府还是应该有政府的一致性的一个立场。假如说是来台湾观光旅游啊，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啊，那这个我们都支持了。但是，假如有一些政治的一些目的啊，或者是说这个具有一些这个统战意义的这个部分哈，我觉得政府应该还是要从严把关。在我们的实务上的，在一般行政的行政作为里头，这个政府还是要有这个政府的一个立场了哈。假如这个没有任何政治前提啊，那这个是纯粹的一个旅游啊，促进两岸人民的交流、了解、认识，那我这个我赞成。那假如有政治目的，这个我反对。我把那一天的新闻再念一次给大家哈。这个新闻绝对不是在座谈会上的新闻哈，是内容是这样子：陆委会成了外交部，张小叶拜会台东县长，鼓励新南向。然后是陆委会的主委去台东拜会台东县长，然后晤谈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要求台东县长，他们能够就新南向这边，我想其他的我就不再念，非常非常的清楚，并不是在座谈会上所做的。那今天我在这里所提的就是说，其实陆委会的主委过去在外交上他做得非常好，我们都看得到。那今天我们之所以提这个案子，也就是说我刚才已经重申一件事，不管是陆委会或者是我们整个陆委会在处理每一件事情，什么叫做行程不自然，
我想有多位委员在这边执行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他们到八个县市以外，也经常到我们高雄来。那其实我们也都欢迎，好，包括说我们在高雄，因为本来就是有许多的。那我之所以提这个案子，就是说我要凸显陆委会的荒谬。我想陆委会必须要很清楚的把我们自己的定位，我们自己的脚步要站稳。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位置上，能够在整个两岸关系上做好比较好的关系出来？我觉得这才是陆委会的职责嘛。尤其是前两天，我们看到那个奥巴马在讲话，我们大家也都，我们也没有看到陆委会提出强硬的。我想他那些发言，其实对我们整个国家为了过去到现在，我们对整个主权的定义，我觉得都有一定程度的伤害。但是不管是陆委会，不管是行政院，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强硬的回应。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们的国家主权，我们很清楚。那怎么会一下子让对岸说三道四，一下子让美国说三道四？我觉得这是我们陆委会必须要清楚的让我们的国人知道。而且当我们的国人在其他的国家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陆委会应该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以前大概发生几件事情，所有 不管是夏立言，不管什么人来到我们内政委员会，那如果没让您挂出去哦，哦，我觉得那个血腥的场面我们都记得，但是那个很血腥的场面，我们也从来没有反应，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反对过，因为本来就必须要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定位跟我们整个人民的权益都必须要用一个很坚定的立场来做，但是我们看不到，我觉得我们很遗憾。所以其实提这个案子的目的是在凸显这一方面的事情。你怎么会每一次的主权任由几个国家在那边说三道四，对我们整个的国家都完全没有主张吗？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我非常坚持的。主席，你做任何的裁定我都会尊重，但是不能不处理。柯老师委员，好，我回应一下哈。那我理解这个黄委员对我们的台湾主权的关心哈，但是我还是建议我们在立法院审预算哈，不要看报纸审预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今天也有一篇报道表示说，陆委会强调对于呢又有蓝八线哈，说到底这个要不要再去。这个中国或者说要不要再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陆客来台湾？陆委会也对于两，我现在念哦，陆委会也对于两岸的观光交流或者农特产品的请购，强调不宜区分蓝绿。所以其实刚才主委已经讲过，他到了台东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或有提到有关于新南向的一个这个片段，可是如果利用这种拼贴式的剪接的报道来作为审预算唯一的依据，我想说恐怕会有失公允。可不可以请主委哦，再清楚说一下当天的这个 context 前后的脉络到底是什么，跟让所有的委员清楚。好的，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觉得两岸的互动交流非常重要。那除了由陆委会来做之外呢，我们觉得县市政府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一个一系列的计划，我们都由我本人或者是我们的副主委，甚至是我们的参事，我们会到各个不同的县市去，因为就是要针对每一个县市政府，他们跟中国大陆交流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提供服务协助的地方。所以是针对这些议题来了解地方政府的需求，来提供我们的服务。那么当然呢，一定也会被问到有关新南向的问题，所以这方面我们也会做一些解释跟说明。那我就简单的报告。本来做主席不适合发言了，但是我听一听了，我仍然要讲几句话了。新南向，如果你下去的话，你说不关我陆委会的政策，是经济部在推展的嘛？因为新南向最主要目的就是不要太靠近中国大陆。你在这边讲那个，又跟你这边的工作又有所
不一样的表述方法出来啊，所以也不要讲说啊，新南向啊、哦，你去的话，你这啊经济部的政策你就不要去谈嘛。你给供你是给到亏呢，我等下公公你们执政党在听我们讲啊。至于南八县到苗栗县有什么不好啊？你们去了很多县市，去又要骂人，要叫人家跟你买东西。要是我也不去跟你们买。嘿，是怎么来讲呀？我是爱中立的，唔能听人工党的是非啦。只要其不以理，所以听完的话，不要把南八县这个整个扯进来。哦，我哼。朱姐，我要澄清起来了哈，你刚刚说到地方上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上是骂的，像观光客去的，采购客人骂的，你讲出来哈，不要在这边说的，给南京如果一点好处，你们又不买啊，去到你们地方哪一个？连党籍工有好处鬼，报纸拿出来有几个讲好处的，所以我不谈了。那关于这个预算呢，我这样了，好不好？删除100万呐、啊，冻结啊25% 呐、啊。啊，经专案报告啊，哈、啊，提出使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防卫安尼好啦，因为这一般行政个灾难无迄落啦，哈、啊。啊，现在主席，对啦，主席，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这些事情，因为是维持机关的正常运作啦，那。如果真的冻结的话，我们会很不确定。明天打电话。哎呀，小姐啊，你我跟你讲，冻结提出啊，专案报告使得都是什么？你冻结就没有办法做事情。是啦。还有现在的工作很少，好不好？已经网开一面了，你还看不出来？主席，拜托啦，因为这一般行政的机关要正常运作啊，我们那个大楼管理费年初就也要缴给大楼了。对，这拜托啦，这个这好啦，没个讲啊啦，主席，好了啦，共3150万啦，你的二百三，最高提案的一个减内有70呢啊，相关嘛个八年，删除1000万啦，我们到1000万，到了1000万，你看好，加得加有一个1000万底啊，安尼嘿，100啦，1000，新的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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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一点好不好？就这个啦，就这个啦。拜托了，这这企业的对啊，大门都关起来，我们也没办法帮民众解决事情，电话也不接，电梯也不开了。删除150万呐、啊，冻结25% 呐、啊，书面报告提出使得动之啦、啊，啊你听无？听我嘛听无？小姐啊，对啦，去调安小姐啊，不要。不是啦，不是啦，原油甲这个冻结这个吼，理由不通啦。我阿你也讲关对，以前我烧唔忙啦，嗯。我用书面报告，你听无？你讲减，你讲减偌济，你知？8500万啦，合理个啊。8500万，你是白讲啊？冻结150万，不是啦。好了，不冻结150万可以了。减内150万，冻结25% 啊，书面报告或使得动之，安尼好了。好了，听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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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个是什么人呐、啊？周杰，那个是什么人啦、啊？啊，主席都已经做决议，那么我要坚持我的啦。对不对？标杆的标杆也无差啦。谁在怕谁啊？要标管的标管的、啊。讨论1至8，1至8，主席跟韩平还在那一头，但是小姐要聪明一点啦、啊。哎，1至8是。1至8的部分是一般事务费跟房屋建筑养护费这部分。好。好，特别费我们是依照行政院中央各机关首长、副首长特别费的列支标准表去编列的哈。啊，那1至10到1至14啊，有陈昌明委员提案，有林立禅委员提案，有陈义杰委员提案。有吴秋明委员提案了、啊、哈，是大陆的理会嘛，大陆地区的理会，还有姚文智委员提案，还有有人哈，
说明一下。好，我们这边的编的大陆地区的旅费主要是配合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配合业务处的一些重大的活动交流活动，我们秘书处去做一般的行政的支援哦，治安电务。那另外港澳地区的大家知道是驻外的单位哦，所以他们的行政电务还有治安需要我们每一年都要去有专人去协助跟查考，因为他们那边比较不方便，尤其又是在中国大陆的特区的政府管辖之下，所以这部分有它的必要性，所以拜托委员支持。嗯，那个有关那个一至十二的部分哦，因为我觉得冻结应该是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冻结了，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其实大家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为了配合两岸交流互动，你还去会议去付考察的费用，其实。我不懂，一现在你们已读不回，还是两岸的冷冻情？你这时候还花钱去考察，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谁？你要去哪些地方？那就算你要去，人家愿不愿意给你过去？好，真的不要自己对给自己赏光啦哦，也不要自行去那里自取取辱啊！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那我觉得先行冻结，等到现在的两岸关系真的渐渐稳定之后，也有改善之后，也确定说你们去了，因为我记得上个会请人家还说欢迎嘛齁，但我看现在欢迎这两个字这个会其实讲不出来了啦齁，所以是不是等陆委会确定能够去中国大陆考察之后，你们再向本委员会去做出专案报告，我们再予以解冻好不好？所以这个部分既然主席我就跟起诶。啊，我了解你是冻结坚持啊，简略、就说第一个，你们现在这费用是用不到的；第二个，现在的两岸关系状况，你们是不可能会过去的嘛。就算你们想去对岸，也不可能让你们去。包括你们现在都已经已读不回或冷冻期的这个状态了，那到底有没有需要这样子的编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去做全面性的考量。说真的，不需要拿你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在这个时候。好，两岸关系的稳定我相信相对重要，但是如果费用是去那里考察，除非你来跟我解释你去考察什么东西，对象是什么，让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都能够了解，那等你需要用到这笔钱的时候，你再来委员会专案报告，我们再予以解冻。我相信这大家都没有意见嘛、各位我你的意见很宝贵啊，各位委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陈委员，这里根本个专案，你像比如说他们要去的话，他未必是什么重大、啊，譬如说我觉得本节什么代志呢，嘛不会点个。我签了，都签了，都签了，对啊。点个专栏好，也算是书面。无啊，阿姨要去对岸，好难知啊。对了，好难知无问题啊，干嘛点个专栏？既然咱专，我是刚刚依现在目前关系是应该要来专案报告啦，说真的啦，凭良心说啦，这不是说小事，你去考察，我怎么知道你去考察什么？对，那现在两个人很重要嘛。等一下，听他们讲完，你再一次帮他。对，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啊，赖委员，李俊伟，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大陆旅费了哈。那大陆旅费其实不止在这个业务处有了，好，其实很多处都有。所以大陆旅费的部分要不要整合起来谈哈？那大陆旅费如果纯粹是办这个。纯粹是办座谈啦、交流啦，哈。那我同意刚刚欧委员讲了，我们就把它冻结起来，书面报告了。杨委员，谢谢。我是这样的哈，当然来，好，拍手，谢谢主席。那个大陆旅费的部分，其实包括一般行政包括企划等等哈，全部加起来，其实总共有1090万了哈。那这个我也想要了解一下，诸位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来，在目前现在这样状况下的话，这个大陆旅费目前我们的人员过去那边现在的交流，包括大陆的这个出访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哈？那我想先确定这一块部分，那我们下一步应该再来确认是怎么来处理这笔预算。先让诸位可不可以先说明一下目前交流的状况？那个我想是这样，刚才各位委员的意见我想大家都有共识，就是说对于目前的现状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旅费，大家会有疑虑啦齁。所以我是建议说齁，你们去把它罗列清楚，因为尽管这一个政策性的这一个交往是受阻，但是一些事务性的交往还是，或者是说一些事务性的还是存在，那你们这个部分必须去做一个说明齁，事务性的一些人员它还是存在的
啊，另外就是譬如说有一些小三通的业务啊，或者是什么这一些也会用到一些旅费，啊，所以你们就不要把它转播蓝蓝奏会啊，然后做一个说明，做一个说明，然后用报告的方式让委员了解。我想这样了，就是说当然现在就是说两岸没有官方的正式的这个沟通管道，所以的确就是说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编了的话在执行面的话是，可是我们要想到未来，因为毕竟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期望还是希望说两岸能够及早能够恢复沟通对话跟交流，所以我们还是会预编相关的经费。如果到时候没有执行，我们也不可能去用这个钱，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预留，那因为到时候有需要的话，我们就需要动用这样的一个经费了那第二个就是说，杨委员有提到说的确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些基层的科员级的科长级的有去中国大陆，这个是有的那这部分还是有需要。那么至于说正式的沟通对话协商，当然如果要沟通对话协商，一定会事先会跟委员来做说明跟报告。来，我不是顾问的话，我坦白讲啦，这个有关差旅的部分哦，无出门是袂用到的啦。啊，那真正会出门也是好代志啦。那真正会出门也是好代志啦。啊，那无出门哦，你要叫伊用，伊也无口无通用啦。嘿，伊也唔敢用这口无去做其他代志啦。这个部分因为现在讨论是业务处的部分了那其实总共有关大陆的差旅费算起来是1090了。好吧，我讲完了啦，好，我讲完了啦。我具体建议啊，我要具体建议了。我的具体建议是这样啦有关所有大陆差旅费在各部门。下面就不必再讨论了，我们就冻结四分之一了。我跟各位报告刚刚我把通案一通案五、通案六、通案七，全部是讨论陆委会的差旅会。那大陆地区的旅会这任每一个处里面总每一幕里面一共是1098000啦。那现在李经营委员说冻结25%，那如果这个确定的时候，就不讨论那个理会，不然会一直讨论不完了，好不好？赖委员，好，谢谢我通知这个我提的案子了，我也建议就是冻结了我赞同李经营委员的意见了，那冻结四分之一，然后。这个后面就不用再多讨论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尽快两岸如果关系能够尽快解冻的话，那尽快提出报告，我们就开整个来动支，好吗？因为其实两岸的关系，我以为陆委会的预算现在很好审查，也没有想到大家的意见那么多，也没有什么业务来往了，也没有什么交流了。那我按你听是同意冻结四分之一吗？一共没四分之一啦。我赞同，我不赞同。对，好啊，你说要多少？1090万的地方，你说二分之一啊？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就是二分之一。按理讲，为了协商之类吧。我们不是反对，就像刚刚主委讲的，其实我非常赞成主委讲的。其实说真的，两岸不可能停在原地踏步不动。但是我觉得是予以冻结，等到你们需要，因为你们现在是预编嘛，所以等到需要用到这笔钱的时候，你们再依去的事务性的内容。再来决定是要做专案还是要来做书面嘛？因为如果你是非很层级比较高的去，其实我相信本委员会的委员一定会要求你们来做专案嘛，对不对？所以我是建议这样子啦，先动二分之一啦，等到依他们不同的项目要出国差旅的时候，我们再依状况来予以解冻，然后再决定是要书面还是专案。张主委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他的意见不错啊，都听起来都很棒哦，都要尊重。但问题是不是也请行政部门这边说明一下？你像比如说，真的我们港澳全部都断线吗？那不可能嘛，你那边有外管嘛，你一定有人员哦。比如说没有，无迄个上大个、上大了的，有嘛？迄个第二、第三，加减嘛也去跟你边接触嘛。那这一些如果这样动四分之一以后，影响多大？有没有办法执行？你来跟我清楚，好不好？
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现在今年的九月哦，主计总处人事总处有一个函释哈，就是有关我们两个外管，就是港局跟澳处的这个人员，他去那边的川费哈，把他交通啊、体检啊等等的费用哈，从那个一般的事务的费用挪到大陆地区的这个旅费。所以说其实我们两个外管现在还是正常的运作，但是还有正常的这个轮调啊。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的轮调的相关的钱删除的话，其实一个外管的运作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另外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台港澳关系有略受到两岸关系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跟港府现在不是谈港澳整个全部嘛？我知道，就是、啊、你什么时候跟你谈删除？你如讲如何准备跟你管啊？你搁安尼多一路啊，你调来调去呀、啊？如果冻结50%，你们还可以用啊？就是说。那我调整一下好不好？有50的，有25的，那我们就1/3啊。好不好？交通旅费好，动着哈。还有差旅费，差旅费也会了。喂，1/4，哎呦，一共50，1/3啊，各安尼，嗯。嘿，你个给公会黄委员怎么个可以的？我来讲哦，伊是五十以上的呢。黄委员，你当那边？我叫你点点，你都没讲话啦。哥哥，按到哥哥，吴喜公随时要动，对吧？随时要解冻都可以啦，随时要解冻。书面报告吧，还是没有？就依他要去嘿，对，1/3然后提书面报告了，好不好？好不好？1/3提书面报告，好不好？好不好？我觉得应该这样，看你们去的专案内容是什么嘛？哎，书面报告，专案报告。我们的专案，书面就报告好了，现在专案了。哦，我想解释一下，不是，我跟你讲，我还是要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的人员去港澳也是编在这里面的，所以去港澳的人这么多，就是说我们的人员带团去的，这都编在这里面，所以这个不能够冻结的，因为我们跟港澳，我们还是要去啊。各位，啊，你今天1000多万，你里面去调整嘛，哦，你去调整嘛，哦，动了1/3。哦，还有700多万给你们用，你们还在跟我计较，等一下要跟你点点，你讲安尼对啊？主席，我来，安尼吼，来陈总。所以港澳的部分嘛，我们可以港澳都不要动啊。那其他两岸的部分，你跟我讲自行衡，你跟我讲是多少嘛？主席，那我们就动两岸。我补充一下，港澳虽然是405万啊，如果动1/3的话，其实不影响到港澳这个部分。啊你大陆事务的，如果你随时可以动的话，随时来个书面报告就可以动了嘛，其实并不影响。整个政策上并不影响了。冻结你还不了解意思哦？要3点你们才高兴哦？啊，你如果好，我唔知安怎做决定。安尼啦，啊、哦，所有差旅费哦，通案一、通案五、通案六、通案七、1/10、1/11、1/12。1/13、1/14的提案都是关于差旅费的，那我们冻结1/3，经专案报告后，使得委员会同意的话，同意的，把专案报告了，专案报告。专案报告。我你那才不用。现在的两岸关系真的要专案了、啊，真的要专案了、啊，真的、啊、要专案了。专案你也可以讲很短呐、啊。哎，你们人多的时候在你们主委啊，对不对？你们是都专案报告，你们怕什么？好了，就这么决定了，还是跳舞不？啊，专案报告你们不用怕，你们人多嘛，怕什么？好不好？都面带微笑一下哈，继续审查。啊，这几个全部啊。那个第一目里面啊，1/15、1/16、1/17啊，就是一般行政的资讯管理，还有投资设备，请说明一下。
1至15的部分投资设备费，其实陆委会是编列的，但是比去年已经少编了218万。那我们是本着遵节的原则，就是有设备损坏无法修复了，或者是说老旧不堪使用的时候，我们才会依照国有公用财产管理手册的相关规定哈去做处理。那这些的采购呢，也都是依照政府采购法或者是台湾银行的共同供应契约来去办理采购。那主要今年要汰换的包括那个门禁啊、监控的系统，大概是50万左右，然后办公室的一些电器、消防、饮水设备，大概是45万左右。另外还有那个办公室的一些沙发，还有已经使用24年的那些办公桌，大概是30万左右。另外还有一些金门地区、金门跟马祖地区的一些协调中心的一些相关的设备，大概是10万块左右。所以呢，大概都有依照的我们的需求哈去做一个零和的一个编列。那这啊，跟各位委员报告啊，刚刚在一支区里面啊，就要减列了150万呐、啊，都包括在一般行政这边呐、啊，好、哦、要减列150万呐、啊，好、哦，所以这一支15、16、17，一支15、16、17啊，就不宜讨论了，好不好？好，休息15分钟。阿哥，我第一幕安怎？对，还有一注意啊，哎，黄委员，第一幕的话，你一般行政里面的哈，编列4亿2000万哈，2,091,500元，你说冻结1/2，啊，咱这边拢总偌济，冻结偌济？1/3、1/4 total 是多少？350万哦，啊是，我在二十一的，迄个四分之一偌济？800万嘛哈，然后你总共删除200万嘛，对不对？哦，而且是小巫见大巫呢。你我干嘛？你我不要跟你头前的，你安尼总加起来偌济？1400万啊。减列50万。啊，这是专案报告嘛？哈。啊。减列两百啊，专案报告啊。啊，你即马讲，你希望庄瑞雄拄只你讲，庄瑞雄希望我安怎做？你叫伊讲啊。啊，不一定拢骂我。啊，我庄瑞雄说，张瑞雄说：“希望你全部不要冻结，我替他想啊。好了，不要紧了，我想哈，我尊重委员会了哈。那个你别再说了，我说了就算，不然你再跟他小。我是要说你今天这样慈眉善目，这样笑眯眯，嘿，要跟你娱乐，你就这样哦。我跟你说我不是慈眉善目，因为我看到你跟他三个人比例上差的很多了，但是我他们在爱哦。我听到没有他们的解释，行政部门他这样解释，我确实我听得下去。好了，那个主席啊，我尊重委员会刚才的处理，但是一定要专案报告，好不好？好，谢谢。啊，一至二讲一下。赖瑞荣委员的，你一至二的话，你怎么样？有没有意见？就跟这个一样啊，好，一起处理，嘿，对吧？啊，你我怎么样？第一幕的。我开始要一个话，搁有无？啊，无就休息15分钟啊！啊，休息15分钟啊！今天气温不错啊，两岸的问题希望能像这样子。
好，各位委员啊，还有列席的官员，我们继续开会审查预算。现在讨论陆委会的第二幕。先把第一幕明确一下。啊，不要说明确一下好不好？一之二赖委员的部分，我们三节问津部分保留双年会。刚刚啊，我们第一幕里面哈有讨论到啊哈赖委员的提案。那退休人员三节慰问金啊，保留送烟会，啊，其他的部分，嗯，啊，就并案处理，嘿。刚刚你刚刚讲的这一个一般的业务会啊，是书面报告，你不了。不了，个。还是那公专栏报。你旅游会是专栏报，你不把两个。第一幕的业务会，关于第一幕的业务会里面呢，哈，我们3150万冻结25%，书面报告后使得冻资，但是啊，那个蔡理会啊，哈，专案报告好，三分之一专案报告。那现在我们讨论第二幕，区划的业务里面一共有23案。2-1到2-5是讨论总目，所以我们在2-1跟2-5等，第二目的各节讨论完的时候，好，我们再回来讨论总目。所以现在我们讨论，开始讨论2-6至2-10是委办费用，啊。首先啊，我们请那个陆委会做说明。好，2-6到2-10个委办费用啊，你说明一下。主席、各位委员，我们企划处的这个委办费今年是1362万。那这个委办的这个委办费的编列，大概是依照实际上我们过去这个委办费的经费不足的状况来编列。大概从98年到104年的委办费，大概都高于今年的990万。所以委托办理的这个主要目的，就是正确的研判情势跟研讨会的举办。那我想这也是这个我们企划处的重点业务。那我们会遵节经费来使用，所以也希望委员支持。好，2-6哈，那个提案是赖瑞龙委员的提案，他是3-50万，冻结100万。2-7是姚文智委员呐，他冻结500万。2-8是黄忠义委员的提案，他减列20万，冻结50万。那2-9是陈清迈委员的提案，他是减列200万。2-10是庄瑞雄委员的提案，他减列798000，冻结100万。各位委员，您认为选择哪一项最好？都是民进党执政党委员的提案。那个周委员啊，主席，我想我们在讨论这个审查两岸的协议智库间合作预算之前，哈，我有一些问题，我先想请问我们的这个陆委会的主委哈，张主委哈，张主委你好。周成委员您好。两岸官方互动哦，现在已经呈现停滞的状态哈。大家都在想为了化解僵局来做努力啦哈。那日前大陆的社科院台研所周所长哈，周志怀，他在一场两岸的关系研讨会上哈，对于如何化解两岸对于九二共识看法不同哈，提出了他的建议哈。主委，请问你知道周所长的谈话吗？是的，周所长他是在今年11月底，在一个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上，他发表了谈话。他的谈话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看到了。嗯，对于周所长所提到的，在两岸在不违背一中的原则下，哈，可以另外寻求共识，并且提议在一定条件下进行传话性和可控制性接触，哈。这个部分对于周所长的提议，你同意吗？
我们一向主张两岸应该要继续的求同存异，才能够有利于推展两岸关系。因此任何有助于两岸继续求同存异的建议，我们都欢迎。那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在他紧接着也提到哈，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就是两岸同属一中哈。也就是说一个中国的原则啦齁。那两岸无论谈任何共识齁，都要体现这个原则齁。换句话说，就是张志军主任他也是不反对两岸可以另外寻求新的共识吧齁。我们一向非常重视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没有任何的改变。对于任何可能的机会，我们都很重视，也会加以审慎评估和掌握。一旦时机成熟，只要中国大陆愿意坐下来对话沟通，我们随时可以跟他们一起努力，来共同寻求化解之道。好，谢谢你。我想说，因为我们今天要审这个企划业务的部分就这个部分我就先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来请教你，那谢谢你啦齁。黄忠义委员齁，再来那李金义委员，再来陈义杰委员，再来赖瑞龙委员再张瑞雄委员。主席，我是要请你问题啊，我想刚刚我们这个不是询答啦齁。好，是不是针对预算我们赶快来审啊！如果有中的问题哈，我们就请那个委员赶快跟他解释，顺便问一下，赶快跟他解释这样。好，再来李俊委员，那个主席，现在我们讨论是有关委办费的问题了哈。有关委办费的问题，我具体建议了哈，所有的委办费我们减列50万，冻结200万。李委员哈，这个等一下我们讨论啦。哦，你安尼足巧的呢，你在通山里面啦，陆委会的委办费一共是7837万9000元啊。企划处呢？企划阿西，我们等一下要全部委办费全部讨论，还是只有企划处讨论？啊，你现在不是在讨论第二？对，我等一下会提出来哈。陈玉九委员。我先来回复一下啦齁，因为刚刚就是有关那个赖瑞荣也有提案，赖委员也有提案，然后林立常委员也有提案哦。因为这个案子他自己，因为我刚大概看了一下他的分支计划里面有两岸互动跟协商的部分啦齁。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周成委员有问到，就是说有关大致上来说，陆方觉得他现在已经递出一个橄榄枝了，有了所谓的新共识。那到底我们这边张主委这边的态度以及陆委会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毕竟这也是在你们的计划预算里面啦齁。为什么？因为从蔡总统执政之后，其实不论端午或中秋佳节，其实我们这个台商的活动参与的活动其实不如从前哦。这个我们在答询的时候其实都应该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大家都说啊，是因为没有所谓的互动，没有所谓的协商，所以我们不要去讲什么九二共识或什么的。那所以说到底目前所谓的周志怀也好，或者是张志军似乎也认为说他们已经提出一个新共识，愿意放弃所谓的九二共识，对台湾是递出一个相对的一个橄榄枝。那到底你们的回应到底态度是什么？我们不需要你像答询这样子回答，因为你们的预算里面其实这个部分是也在你们的预算计划里面，包括你们还有所谓的两岸议题国内外库国内外智库的合作规划，其实我相信这个你一定都会去研究嘛，因为九二共识目前看来是大家没有共识的，所以他现在递出一个，本来我们已经期待说他已经冷冻了，那现在好不容易他可能递出橄榄枝了，我相信你们的智库也好，其实相对一定都会对这些问题去做出一些回应跟判定嘛。我记得我在答询的时候也有问过你哦，那所以主委，我觉得说现在已经更明确了，就是说。很多人有可能认为是大陆是换汤不换药，拿出一中的框架哦，或者是甚至所谓的新共识是不是也给我们一条路走，所以说我觉得说既然你们的预算的内容细项都有提到这些，那我相信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那到底陆委会的评估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或许您的态度有可能会打开新的两岸僵局，说不定。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智库一定都会给予意见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针对新公社这部分，我相信这个也都在你们的预算之内了嘛？那而且它是针对分治计划还有两岸议题的部分 focus 在两岸议题，然后包括两岸互动跟协商，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 overall 这些东西的。那在答询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主委您的态度真的比较模糊啦。那但是现在其实美中台的国际情势以及美中台三方的一个关系，我相信其实都是一个敏感的时候哦，所以在他们递出新公社的同时，甚至大家都认为是递出橄榄枝的同时，其实陆委会的态度相对的重要啦哦，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审查预算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你们分治计划里面应该的一些内容，我相信智库已经给予相对的意见，所以是不是也请主委就是在这里也可以不一定要说明得很清楚，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智库给你们的分析是什么，态度是什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预算审下去。因为我看到内容也删了100万，然后林立常委员也删除1000万。那我觉得这个删，为什么我没有提这个案子？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两岸互动跟协商其实很重要的哦，所以第二个，的确就是有关于两岸的议题的国内外智库提供给你们的哦，应该是让你们去判定某一些突发事件也好，或者是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们去做判读，甚至是发新闻稿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在对于这个新共识上，其实说真的，就是在这个目前两岸是一个僵局的状况下，其实我想听听看主委的看法，以及目前你们研判有对于两岸新共识有什么样的态度，而他们递出这个相对的橄榄枝，你们是不是也认为这是一样，是不是是递出橄榄枝的态度？那您的态度跟以及相对未来会怎么样处理，也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不然这个三，你看我们都没有提案嘛，不然这三1000万，两岸关系就玩完了嘛，因为你们智库完全都不用判读了嘛，好不好？好。我跟委员报告，的确我们看到，周所长哦，他这一次的谈话，那么我们是从正面来解读了啊、哦，我们就是觉得说，两岸应该继续求同存异，这样子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才会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呢，只要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的，只要他是继续的求同存异相关的提案，我们都很重视，我们会正面来加以审慎的来加以研究。那么只要时机成熟。的时候，只要中国大陆愿意坐下来跟我们沟通对话的时候，我们都很乐意一起跟他们共同来寻求解决之道。好，也是模糊性的答案了、啊、现在请赖瑞龙委员。好，谢谢。那这一幕的那个委办费有1362万了哈，那事实上从105年990万到104年的1073万了哈，1073万。到103年1010万，11万了哈。其实这3年平均都有增加了哈。那今年我看了一下，明年度预算跟今年也增加了175万了哈。所以我觉得以现在两岸的互动状况，如果看不出更具体的一些这个更有效哈，需要花到多增加175万，我是建议说，陆委会这边能不能评估了哈，是不是整个删减了哈，来同意来删减哈，然后3050万，然后冻结100万了哈，因为这也是增加新增的嘛哈。以目前的状况，并没有比明年如果没有比今年有更具体要做的一些事项的话，是不是节省国库的一些支出哈？好，所以我提出以上的建议。谢谢啊，张瑞雄委员，啊，再来换陈义杰委员。别人，你唔该大声讲个啦。你看他对你很尊重，陈义杰委员。所以，因为刚刚那个主委，因为这个研究的部分哦，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陆委会目前是不是有在研究，就是取代92公司的新，就是所谓的新公司这个部分，你到底有没有针对这个部分，你们的智库也好，或者是你们所编列的这些预算的项目也好，到底有没有去，就是简易来说啦，是不是有在研究取代92公司的新公司？是，当然有，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说要怎么样突破现在的一个僵局，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所以已经有在研究了，是的，是的。那如果两岸有新共识，是不是就表示你认为这是不是其实就是对两岸其实是一个进步的动力，就是也能够打开两岸的僵局啊？
对，最重要就是说哈，这个要时机成熟嘛，要双方都同意嘛，只要中国大陆愿意坐下来跟我们一起来沟通对话，我们随时我们都很乐意来跟他们来进行沟通对话。那包括就是周志怀他当时提到的三点建议，就是两岸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传话性跟可控性接触。那这部分陆委会有没有做评估？这个我们是在是当然是在评估，而且我们刚刚有说，就是说我们是正面看待，正面看待，我觉得就是说两岸关系最重要就是继续的求同存异，所以对周志怀所长他这样的一个谈话，我们是欢迎的。所以你也觉得这是相对就是替我们算是有递出一个橄榄枝嘛，有一个是的是嘛齁，所以这几个因为新公司算是大家一个比较想要去认为两岸目前还有机会可以打开僵化的这个一个部分啦。对啊齁，这个主委应该认同吧。对，是的，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审慎的来加以研究。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全面性的评估跟具体的评估上能够更具体一点，就是说您可能不方便在文会告诉我们，但是在你们全面性的这个具体评估上还是要小心评估啦，因为如果不去同意所谓之前的九二共识，那新共识到底你们也认同他们所谓的新共识，那我希望能够更具体一点啦，好不好？那个黄忠义委员，主席啊，针对二次哈，那吴庆明委员哈，等一下就会赶过来哈。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哈，他希望说包括情势评估哈，跟政策规划哈，可以给他比较明确的资讯呐。伊干嘛伊这个资讯无啥搞哈，所以他有提案减列500万哈，冻结250万哈，但是哈，他是希望哈，就是照那个李俊立委员刚刚提的哈，就是那个减列50万哈，冻结200万呐，这是吴庆明委员讲的哈。另外我的2-8哈，我的2-8哈，我之前哈在那个询打的时候有问过哈，就是说那个我们的一些研讨会哈资讯并没有很公开的哈，那我是不是请那个陆委会提供我一份哈？104年7月13日哈，在那个美国华府的这个研讨会的这个资料哈，因为这个资料哈只有在研讨会的现场才有发送了，我希望他这个提供给我哈，谢谢。张主委把黄忠元所要的资料提供给他，一定要好，我们会提供是。好，我现在跟各位委员报告啊哈，现在我们先来确定。陆委会啊，所有委办会里面一共是7837万9000元。那我们先把委办会全部讨论，以后在各目的时候都拉出来了，都在这边就不宜讨论了，这样子好不好？好啊，买各目讨论到委办会啦。你去把委主席 OK 啦 OK， 好。好，但是哈、哦，有的时候有一些项目还是要比较细心的讨论。对，那、我二次是那个策案，因为两个案子有一点重复，二次是我的策案哈。好，二次是哈，策案呢哈，他的企划业务里面哈，那我相信我们这样讨论下来，大家都晓得委办会在各目里面都有。我现在跟大家提，好，这边呢、2-6、2-7、2-8、2-9、2-10都是讲第二幕的，那个委办会哦。啊，第三幕3-3、3-4、3-5，第五幕5-5、5-6都是委办会，还有没有？还第六幕有没有？我是2-3是通案哦，2-3通案，嘿嘿。啊、我简单讲一下，因为这个我有提案啦，我想安尼啦，拄啊行政部门啊讲遐济吼，我反而会觉得说啊，在审这些预算的时候啊，我们这样的删减呢，大家都是着眼于现在好像两岸关系停滞啊，应该讲未开遐济啊吼，大家这个想法，这个逻辑都对啊，可是反而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啊，是不是啊也该预设啊，感到极其安尼啦对啦。你讲啊，
足活络啊，大家欢乐的时阵要小可来动。啊，你即马来当歹的时阵，大家佫一直甲抬，即马怪怪，那是不是啊？两个逻辑都对的时候，我建议啊，是不是啊？冻结100万啊？区啊，委办的部分啊，委办是高雄，7000几啊，7800啥，冻结是吧？100啦，安尼歹袂用啦，会啦，啊，但是吼，就是讲伊迄个委办的人，比如讲你专家学者啦、心渣，迄、那个部分爱创我丢啦，就是讲，把创的都该委办去找一挂阿萨布鲁的来找出来，了来创的提出来意见，我们转转换的很快呢，我太快。北京委员是把他删减3000万，冻结500万呢。我觉得是，我是你啊，我在叫你也听的，另外的车案。嗯，对哇，我讲这做京东的呢，这委员是爱斗，这两话无嘛有些安尼一直创嘛，嘛怪怪。啊，你今摆两下讲会感觉安尼创会怪怪，啊，较早就袂怪怪来。你今摆要死硬硬，较早上过一。好，刚刚赵慧雄委员当好人啦齁，那我觉得整个委办费如赵慧所说齁，7000多万齁，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处理啦齁，减列200万，冻结200万。再来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齁，其实我刚才在第一幕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到，包括对奥巴马的谈话跟前面川菜当时通话12分钟之后，其实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程度的在关心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定位，但是到现在为止，包括我刚才在讲，他也都没有给我回应。我当然支持庄瑞雄委员刚刚所讲的，说在两岸非常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多给他们支持，我们可以多给他们支持，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在陆委会完全无作为的状况下给他们支持。如果陆委会能够很强硬的站出来，因为对于这两段，我们任由其他的国家不断的在这里跟我们说三道四，而我们不管是行政院、外交部，哦，那副主任看你情况，我咧讲话，我会惊，你知无？不管是行政院、陆委会、外交部，我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甚至于我们的总统站出来讲，说到底我们未来。我们怎么样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共同一起撑起来？我觉得要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这个毫无疑问，不管蛮力对我们国家这个定位，我想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说三道四有任何强硬的回应，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遗憾的。所以包括主席，我看到刚才说，当然张瑞雄委员换的一个执政跟不执政就差很大哈，但是我都没有变的哈，我一直都是没有变，所以我想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我还是有余力的，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更严谨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预算。你觉得预算要怎样处理？那当然要有相当程度的，有相当有感的啊，因为他们都没有对我们有任何有感的发言，我们就在预算上当然就是有感的处理啊。好好，陈委员，恁两个一大一上加爷爷，也唔知让我们了对。我一先下去的。哦，恁两个爷爷啊，你根本你。我一先下去的啊，啊，陈委员啊，你来看。嗯。来了，执政党要让给在野党的啦，哈，这合理的啦，你先讲。现在是要讲通案，你要通案处理啊嘛，哈，对哦。那所以就是针对我们2之11的案子哦，因为陆委会企划业务当中有提到那个情势评估跟政策计划的费用哦，编列了800多万。那你是主要办理的业务是邀请专家学者去分析两岸互动的情势发展哦，办理专家学者会议跟派员赴中参加座谈以及民意调查。那第一个是说老话，就是说你现在的两岸互动情势的发展，你请这些学者过去参加哪一些会议，是不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好，那请你们是随后是不是让我们提供资料给我们？第一个，那你派员去参加座谈跟做民意调查，然后呢，你找这些第一个找这些专家学者，我不懂啦，他就是现在的两岸关系，他去是闭门造车还是怎样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还去调你们最新的
民调哈，就调查日期是105年10月21日到105年10月23日，样本数是1069份。然后呢，你们的每一题题目都是蔡总统表示将尊重1992年的两岸两会协商达成若干共同认知跟谅解历史事实，请问你支不支持这样的立场？总共几题？我看一下，总共12题，总共有7题都是用蔡总统强调，每一个都是蔡总统，就说蔡总统讲什么，你支不支持蔡总统怎样怎样？啊，我不懂，你这个是拿是做是用什么样的想法，可以一份民调去两岸关心你是用蔡总统来做这个问题的主体性，问卷的主体性。第一个齁，这个问卷到底可不有没有信度，这个我觉得是很值得去质疑的地方啦齁。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真的这样讲好像是用人民的钱去做这个假的民调。第一个你份数才1000多份，其实也不够啦，母体样本数也不够啦齁。然后呢，第二个我等下我能不能立够？然后第二个啦齁，第二个呢，你全部都用蔡总统表示啊，12题里面7题就蔡总统表示啊，引用蔡总统在两岸议题上的发言啊，那你不就是这个第一个民调已经像假民调了？然后干妈你好像是拍马屁啊，那感官好吗？做假民调，然后实质做假民调，然后拍马屁之实，这样子好吗？第一个是这个问卷已经偏颇了嘛，对不对？那7题都是啊，对不对？然后8到12还好一点，哈？对啊，全部都是蔡总统说，蔡总统说啊，你这份民调是做给蔡总统看的，哎，还是怎样？没有说明一下，张主任说明一下啊，句话是哈，啊。这个以前民进党很会问这个，现在啊，我们陈委员也很会问了。跟委员说明一下，这份民调是我们委托这个公信力中心所做的民调。那因为520以来，大概总统有几次重要的讲话，所以我们会对总统的讲话来询问民意的这个相关的情形。那我们的民调的我们此外还有做例行性的民调，所以我们不是全部都在问对总统的讲话。刚刚对对，因为这个是在双十总统讲话之后我们做的民调。那我们除此之外，我们每年还有例行的民调。例行民调事实上我们是要看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交流速度，还有我们民众对于大陆政府对我们人民跟对我们政府的态度，那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政府参考的依据。第一个就是我讲的，好，第一个样本数只有1000多份，到底实际的样本数够不够是一个问题了哈。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也认为你不应该用人民的公堂去做所谓我们认为没有信度效度的民调，好，感觉很像在拍马屁。那你说是10月10日的总统演说才去做的嘛？因为时间的日期是21日到10月23日嘛，但是有很多都不是双十国庆的演说啦齁。所以我不知道你拿这个民调，第一个我认为它信效度是不够的，第二个你是用人民的钱在做假的民调也好，去拍马屁支持也好，那我不知道这样子一份民调你是做多少钱，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一份那发放的样本数是发放哪一些人，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年龄层怎么样，这些细项都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你们在编列里面好像未来是编165万去做这些民调嘛，所以我刚刚提出来的几个问题麻烦你回复给我，好，就是说你做这个一份是做多少，你的样本数抽样是抽样谁，母体样品人数是多少，好，然后年龄层这些细项给我，然后12题里面你7题都讲蔡总统表示啊，你说是双十国庆的，我也看不出来这个是双十国庆，大概1-2题而已啦，好，因为双十国庆那稿子我还有留下来啦哦，好不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我很坚持啊，我觉得应该先冻结啦。你提出报告之后，我们再予以动之啊。因为你要做民调，要是有效，我们不是阻挡你们去做民调，好、哦，但是民调要有效性，信度、效度都要有，这样我们就绝对支持你们，好不好？所以先予冻结啊。那书面报告给陈委员哈，按、他主张冻结的哪一个部分呢、哈？你晓得吗？哪一个？好，你再姚委员。我先处理他了，好不好？所以是要冻结，是不是？啊，冻结是？还没确定啊，不用紧张啊，你眼睛那么大，你。
没有，我是我现在当然把这个民调拿来看了一下了哈。那有几个观点倒是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这个民调其实它就是针对总统国庆演说了，啊，它其实民意就非常清楚。好，那总统的国庆演说，在大家关心两岸现在发展，你把它解释成停滞啦、啊、僵局啦、啊，或者是敏感哦，任何时刻来讲，需不需要做一个民间意见的了解？我个人是认为也还蛮需要的哈。总统的国庆演说，那既然是总统的国庆演说，当然有几题都是蔡总统说了什么话，哈。我反倒认为这样看哦，如果在做民调的时候哈，其实要做假民调哈，通常都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掩护啦。啊，那真正把蔡总统的意见讲出来啊，反而倒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真正提醒说这是蔡总统讲的话。那大家知道，以现在民意的变化这样的快速啊。那对总统支不支持，有时候光听蔡总统就不支持了啊。其实做这样的民调反而是风险蛮高的啦，啊，其实我觉得反而是风险蛮高，所以我对这个民调的看法，我特别刚刚又听一下，好像只花不到十万块吧，哈，167万怎么不花到十万块？他说这一份，我现在讲这一份。这一份啦，不是曾委员，这一份他是说9万多嘛？对对对，来我补充一下，因为我刚看了一下，因为姚委员这样讲，我有再认真看一下，好像从10月21跟4月23是我们刚刚看的啦哈。那11月的我还没有细看，但2016年7月份到8月份的做的也是用蔡总统说，6月份跟6月4号做的也是用蔡总统说，好，3月18到3月22的这民调也说蔡总统说，三月不是。那对，6月2号到6月4号的啦哈，7月29到8月3号的，10月21号到10月23呐。那平均一份的民调，因为他们刚刚有来说，有可能是随机随机的嘛哈，随机抽样，然后不是委托同样的单位或什么的。但不管啦，如果平均一份将近是10万，因为我们刚讲12一到12-3是94000嘛哈。所以这样子也是开详细咋办啊，对啊，那不是像杨委员说只有针对总统演说，只没有针对10月10号的啊，对啊，执政后做三次，每次都蔡总统说啊。了解，杨委员，陈玉华晓得陈玉哲委员讲的哈，你也要注意一下，因为你们是台北市的，来李金委员，我先讲的啦。那个其实刚刚陈英杰委员讲的部分哈，我同意哈，这个陆委会未来要改进民调的办法了哈，还有相关的题目内容。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陆委会的网站哦，其实他们做任何的民调都有公布，一种是总统大陆政策重要讲话的民调，一种是两岸相关议题的民调哈，所以其实本来就有这样哈，包括总统的就职演说，包括总统的10月讲话，通通有做民调。这从过去马英九执政也是如此啦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重要的是陆委会未来啊，应该朝民调的问题的内容哈去做比较清楚的一个调整哈。那这个部分哦，其实这个都了解，就是说政策新出来，总统的讲话到底有多少的信度哈，多少那个？那这里提醒一下哈。什么是假民调哈？假民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不要随随便便就冠上假民调这几个字啦齁。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陆委会应该去加强齁未来问题的问法，还有如何让这个民调可以凸显出来它政策的方向到底是什么齁。所以你们现在分为这个总统重要政策讲话的民调跟两岸相关议题的民调齁，那未来可以做更细节的区分齁，然后并且依现在的方法把这些民调通通公布在网站上，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各位委员都表达完毕了，关于陆委会的委办会啊，大家都说把陆委会各目的委办会全部调出来一起审。那陆委会106年度啊的预算编列里面，由各目里面总计啊。7837万9000元，那我提一个我提一个建议好不好？3减500万，
冻结三分之一。诶，小姐，那咧乌白话，小姐啦，全部呢？全部呢？小姐啦，先这样。小姐啦，好姐啦，好，好做一寡代志啊。好，即摆还要做代志啊？做代志。啊，较早都尽量卖做，好嘛？啊，无你比照较早，现在一个比以前更严峻，啊，无你要你袂用比照较早。我妈卖剪裂啦，该用用动的啦。好，好不好？安尼吴医师，原来你那么会讲话，陈医师不支持，不支持，你讲袂使无剪裂。动啦，动啦，动就输啊啦。我想问你啦哈，因为这个台这个题目其实是蛮严肃的一个议题的哈。啊，如果说我们用这种方式，而且在他整个的民调数字跟他的问题等等，其实我们是有意见的。我觉得必须要更严肃的面对。那我刚才有听到那个张主委有讲到说，我听不懂刚刚张主委所讲的是，你们蔡席会你们是已经有规划了吗？或者是你们到底是说，只要对岸同意我们就要做，还是怎么样？还是你们有所期待？我刚才对你刚刚所讲的我不太懂，能不能请张主委再跟我们再说明一次？好，向黄委员报告，因为在11月30号的时候，中国大陆社科院台研所的所长周志怀周所长，他有一些谈话。那11月30号在广西桂林，他有一些谈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九二共识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两岸应该要来找一些新的共识。他有提到说，比如说是像是不是智库开始对话？他也提到说，做一些可控性的接触，做一些传话式的接触。那我们当然发现，他这次的谈话是有一些新的意涵在里面，所以我们也很认真的来加以检视、加以考虑。我们认为两岸应该就是要继续求同存异，所以就是说相关的谈话只要是符合继续求同存异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我们都表示欢迎，我们都愿意来考虑来思考，而我们觉得只要时机成熟的话，我们愿意跟中国大陆坐下来谈。所以主委，换句话讲，就是这两个对话都是隔空交话，都是在那个媒体上看来看去的对话，还是有实际上的对谈，实际上的一些交换意见？这个是一个智库的一个研讨会，智库研讨会，就他们的研讨会嘛。我们也有，我们这边也有学者去参加，就是两岸关系研讨会。我们哪些学者去参加？所以你们是根据那个观察，所以你们做这个研判，还是你们在看到那个研讨会之后，你们有去跟那个对岸，或者我想这样好不好？很多事情我可不可以私下我来跟委员报告？私下，哎，对，私底下我来跟委员报告。秘密会议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事情。那个黄委员，我刚刚仔细偷看了一下，你们两个对话，你讲到蔡席会的时候，只会面带笑容，所以你问的问题很对，可能有在规划了。不是，因为他说他的私下，哎，刚我仔细看了。啊！你们都没有仔细看，你问到的时候，他笑了一下，可能里面哎，你问的很好。主委，你不要这样讲，因为主委一直是慈眉善目，他从来都是有这样。因为你刚刚问的，我仔细看他的反应。主席笑了。主席，等一下，这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包括我早上问的几个问题。其实主委都没有正面回答，因为这几件事都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定位，所以如果说主委要私下跟我讲，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这个是主委必须要对我们委员会讲啊。如果说你有一些些东西，你认为现在要对外讲还不是那么方便，那个我们招委可以开秘密会议，我觉得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个主委必须要对国会负责。主席，来，我讲一下哈。那个，现在换谁？杨委员。好，杨委员，我讲一下哈。主席，你平常时拢唔捌得注意主委的，人伊逐工嘛笑嗨嗨。好。OK， 我们言归正传哈。言归正传了哈。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了哈，就是说，第一个，周志怀他本身呐，他只是大陆对台系统里面的一支。那在这个智库的，当然他某种程度也代表了某些风向。但是它毕竟只是对台系统里面的一支，
好，那刚才大家的讲法都是说，好，周志怀讲这个，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因应？这个是被动的。那我反而比较想了解的是，不管周志怀有没有讲，我们陆委会在两岸目前的现状下，有没有主动在内部啊，有没有一些思维，甚至是我们自己去规划一些新论述，能够打破目前的僵局，而不是被动的说，好，今天你周志怀讲了一个，那我来回应，那明天那个他们还上海有台研所，中央社科院也有啊，什么都有，对不对？那这样你回应不完。那这个部分我也知道说不容易在现在这个场合讲。好，那我相信大家委员都很关心，就是说陆委会内部不要只周志怀这个个案，自己本身有没有就这个僵局打破的论述。那我建议真的可以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让这些委员们大家了解这一块。但是他不是只有 focus 在对周志怀讲话的回应，而是目前陆委会对这一块的想法。那个主委员哈，我猜哈，赵天林委员、黄昭顺委员、陈义杰委员哈，好，讲完以后，我们就处理这个案件，好不好？好，现在我请赵天林预先讲，预先下去。今天第一次，好，不好意思。就是那个，确实周志怀那个，我们中国社科院好台研所的所长是真的很具有分量跟指标性了哈。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或许在现在大家都讲人动起，有任何一点点的那样的一个可能的善意，我觉得都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很尊重刚才诸位的判断了哈。那我觉得我支持那个预算哈，酌予冻结，但是真的不要删除，表示我们对那个两岸关系的支持。这样，谢谢。所以。赵委员，你是民进党大陆事务委员，你也支持。我看到一问到蔡徐慧的时候，主委就面带笑容了哈，这里面有玄机。再来换黄昭顺委员，其实我也面带笑容了哈，我都没好哈。大家都很期待两岸能赶快解冻下来，轻轻热热的，对不对？都面带微笑了嘛。其实我还没有讲完呢，你不要太紧张了哈。我想周先生的讲话到底是代表什么人的讲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边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去思考。如果说我们只因为一个学者专家讲的话，难得随之起舞，我觉得也不对，或者我们就去预设一个立场去做什么事。所以我具体跟主席做建议了哈，预算的事情可以讨论，那个主委说要跟我私下报告，我想这个就免了。但是主委必须要清楚的跟我们委员会必须要清楚的对国会负责，就是说到底这个部分是属于双方官方式的谈话，或者是仅止于一个单单的智库，或者是我们自己把它无限上纲的拿出来讨论，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比较严肃必须要面对的。所以我能不能够请主席，因为现在是12:01，你必须要处理时间，那我们用10分钟，还是你如果要开秘密会议就是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看怎么样把这件事情把它厘清，而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方式在这里自己拿了一个学者讲的话，或者一个智库讲的话，就把它当成尚方宝剑来处理，我觉得岂岂以为不可。再来，我等一下再处理你讲啊，陈义杰委员。延长时间啦，到这个委办会用处理完毕哈。来，那个陈义杰委员。其实刚在那个主委的回答，就是包括周所长也好哦，就是说其实新公司这部分，在我们上次答询的时候，其实我就问过主委了哈。但我觉得主委今天的答案比上次具体很多啦，好，上次还更模糊一点呢哈。那我觉得说主委对于新公司也好，或者刚我所讲的那三个可塑性的接触哦等等这一些，包括对跟智库的这个对话，我觉得主委现在态度都相对于乐观肯定哈，也应该是某些管道上应该也沟通的还可以哈。那你也认为说这是相对释出善意嘛，去解决两岸僵化的一个方向。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主委是给予肯定，我们也乐见其成，但是我觉得要小心处理啦，不要到最后就是你自己的话啊，把人其实是无动于衷啦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
不希望期待结果。但如果说就像黄委员说的，说要来跟本委员会的委员在做秘密会议，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是也有必要的啦，哈，因为的确你们在很多的预算项目里面，对于两岸的交流也好、协商也好，哦，其实新公司已经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讲法，好，那我想主委已经的态度其实也比较明确了，所以到底在批评上或者是在态度上，如果有更具体的作为，我们也期待，总不希望说两岸的关系是一直僵化下去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针对那个预算的委办费的部分，我想说，第一，我们非常坚持，就是在民调的部分，真的就是我希望还是要有相对性的一个惩罚性的作用啦。因为从蔡英文执政以来，其实做了三次民调，真的这个题目其实这样的做法设计的方式的确是有问题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希望你们去调整。所以民调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惩罚性的去检列，但是科目就让陆委会自行调整。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要统三的话，是不是就是直接三两百万啦，冻结四分之一啦，好不好？啊，李军委员，我想两岸议题的特殊性，所以要必须更谨慎，而且要必须更有规划。一个学者的说法，那当然是陆委会未来参考的一个方向，但是陆委会本来就应该做更详细、更仔细，然后更多的一些讨论。所以我们不宜在这里对一个学者的说法有任何太多的解读，也更不宜在这里对这个主委的表情有太多的诠释啦。所以我觉得还是重点还是回到这个委办科目，我们的这个到底我们预算到底怎么处理。那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因为委办所有的东西加起来是7000多嘛，那刚刚主席有说明，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啦，我们这个删减200万，冻结200万。秘密会议啊，那个黄委员，我们择期再来召开秘密会，人没有那么多啊，不然今天会很敏感，大家都等着，等一下肚子会很饿了，好不好？我想择期那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不喜欢说，尤其是两岸的关系，主委说私下跟我讲，我干嘛？我觉得这个会有外汇有一些误会，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国家定位的问题哈，包括奥巴马讲什么话，我觉得这是全国国人都非常关心的哈。我不会揣测，但是我们不宜把大陆一个智库的一个教授讲的话拿作是一个我们重要未来陆委会要去努力的话，这个扯得太远了啦，这个不对的啦，也根本就是不对的。好，所以我希望我们更必须要更严肃、更正式的去面对。好，那个陈院长最后一个了哈。我觉得在这里不要过度解释了啦，因为说真的啦，我觉得蔡习会说真的比较不可能啦，不要这里就是把这个议题当成一个玩笑性的性质去处理啦，在这里其实没有必要。真的，现在目前大家都很清楚是已读不回的状况。那如果还要再来谈蔡习会，因为我记得我上台问他王春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这样，你真的到时候 control 王在这里跟他做梦还比较快，还蔡习会啊，等于花时间在这里讨论到底有没有蔡习会的可能，这是很严肃的东西啦，所以不要在这里开玩笑，还是说让主委去做一个梦，大家都有一个美梦，到时候 control 王哪有必要啊？好吧，他跟处理，他跟处理。没啦，你怎么讲啊？我无安尼讲的，侬恁提起问题，佮叫我佮跟处理的，好，我尊重大家了。那这样子啦，删减200万，冻结那个三分之一啦，冻结四分之一啦，好啦，删减200万，冻结四分之一，这所有陆委会，徐文吉那时就没啦，没啦，你来书专案报告写的过啊，老安呢，没啦，没啦。专案来没啦？我说你们要有信心，人多，口才又好。你别搞位啦，紧管啦。好不？好。所有陆委会106年度的预算委办费编列，7837万9000元，删减200万，冻结25%，可以啦。
我现在跟各位委员报告啦，这个哦，专案报告要使得动之可以啦。哎呦，哎呦，我来讲啊，就良心的啦。好，管理委办会里面啊，委员的提案通三、通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二十十、二十十一。三之三，三之四，三之五，三之七，五之五，五之六，九之四，九之五，九之八。哦，这是关于委办费用。哦，三减两百万。好、哦，冻结二分之一。啊、哦，二二嘛。啊。啊，冻结四分之一，将专案报告由使得动之。好、啊，各位没有意见，就这样通过。谢谢大家，休息。哎，志贤点。那不，您的嘴巴讲好了啦。请高万的，请高万的嘞，来了，专案报告啦。一千诶、欸，这个主席啊，我安尼啦吼，这个庄瑞雄咧跟你讲吼，四分之一是一千九百万嘛，对吧哈？啊，伊既然咧跟你讲，你两个不是在结婚哦，你就跟他答应一千八百万就好了，对。好了，没啦，南小委办费用南台拢怎样啦？他家最被注意的在这个地方啊！哦，我将五六年跟你们在一起，尤其跟李志毅在一起，我跟你学习的人多，我比你仁慈多了啦，好不好？哦，就冻结四分之一啦，啊，三减两百万啦，然后啦，啊，专案报告使得动之啦，哦，买，然后啦，好啦，好，就是决议，我们休息下午一点半。主席，我们已经提得很具体的了哈，我们认为三减两百万，冻结五百万呐。啊，麦哥讲啊啦，这人家叫阿那袂顶袂当啊。对啦，阿哥阿借钱抵押努力个袂得，千五万哪好啦？哦，三减两百万啦。哦，卖啦，卖阿那抵押，您人借，您阿无信心？哦，对，你们对啊。啊，千五啦，是。全国专案报告啦，好啦，全国啦，专案。全国书面啦，好不好？安尼啦，又主席，又无安尼好无？专案都专案，但是吼五分之一啦。啊，其实咪讲阮拢总来，哈。五分之一，哎，好了，五分之一可以了，五分之啦，五分之啦。哎，好，专案上一点仔面子啦，卖讲伊等下来拜托报告，你拢无插伊啦。因咧南话吼，想要退过迄条，讲到迄条底啊，好啦。三千两百万，冻结五分之一，啊，将专案报告或使得动之，啊，你可以吗？可以，可以，好，好，今天我们的预算讨论，啊，关于立委会委办费啊，哈，多少？7,839,000元，三减两百万，冻结五分之一。好、哦，将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删减的时候，自行调整啊，你懂吧？好吧，好没呢？我跟你讲，可以的啦，冻结你听不懂，已经最低了啦。好了，好，休息，下午一点半继续开会。